迎大家收睇无线电视喺香港大球场现场直播。话俾银行杯比利时嘅安德烈治对东方杰志联队。阿苏啊，香港嘅球迷真系好眼福啦。咁啊，不久之前咧就英国嘅超级联赛球队嚟呢度访问啦。咁、又有巴西嘅球队咧，费南明哥嘅邀请队。咁嚟紧仲有三支意大利嘅劲旅添啊！嗱，今日咧就提供咗比利时嘅球队咧俾大家欣赏啊！咁大家亦都可以比较下，究竟咧比利时嘅水准同其他英国啊、巴西或者是意大利球队究竟的风格方面有什么分别呢？喂，今天到访这些比利时的安德烈治都非泛泛之辈，最近是新鲜滚热辣的联赛冠军。虽然他们有七个国脚就说要归国家队去对马其顿的欧洲国家杯外围赛，但我看他的实力依然是凌驾在东杰联队之上的。最近很多外队访港都大比数击败本港的球队，阿叔你估今天会不会又有大手上落呢？以比利时安德烈治的实力当然是凌驾东方杰志联队之上的，客军今日赢咧就绝无问题，我觉得希望佢哋喺球场咧表现啲精湛嘅技术，我哋球迷欣赏就好啦。嗱，安德烈治咧就因为有啲球员咧就留翻喺本土比赛啊，咁就佢哋亦都向友会咧借咗几个球员，所以实力咧基本都系完整嚟啊。不过咁样唔使惊，东方嘅队长李建和咧就话佢哋好有信心噶啦。咁啊，比赛究竟会发展成点咧？我哋而家带大家出去球场外面睇下现场嘅气氛先。咁啊，双方嘅球队咧就啱啱列队入场啦。我见到咧，客军今日着起咧就系白色嘅球衣，东方亦都着起一套啦，崭新嘅呢个东方嘅球衣啦。嗱，咁啊睇安德烈治嘅名单啦，一号咧系迪韦格，二号系迪韦里修华，三号系史达仙尼，四号苏雷，五号迪布舒亚，六号哥迪卢，七号艾马斯，八号温哲劳顿，九号昆格域，十一号波芬，十四号波士文。波芬同波士文大家都熟悉噶啦。咁啊，波芬喺世界杯咧系九四世界杯期间亦都同大家系见过面。咁啊，虽然佢哋有部分国脚嚟唔到啦，但亦都系有前国脚咧，都系而家有四名咧前国脚咧系在阵噶。咁啊，除咗呢、這个安德烈治之外咧，东杰咧亦都系由两支本地嘅甲组球队啦，系东方同埋杰志咧系联成噶。咁而家见到咧，佢哋一字排开，咁啊睇到咧系。安德烈治咧件衫咧就系白色底就蓝色，咁啊几有花款噶吓。个比利时嘅足球水准其实喺欧洲嚟讲咧都算系上等嘅国家嚟嘅。好犀利啊！喺世界杯近呢几届咧更加犀利，咁最高曾经打入呢个四强嘅。其实呢支球队咧喺比利时嚟讲咧，佢哋攞过廿几届、廿三届咧呢个联赛冠军，咁啊其他啦欧洲冠军球会杯啊、欧洲足协杯啊，佢纷纷都攞过啦。个年代虽然系比较早啲啦，但系咧都不失为一支咧比利时最出名嘅劲旅啊！大家见到咧系东杰联队咧，今日咧就系混合咗联赛冠军东方咧，就以及咧就呢个杰志方面噶。咁啊阵容亦都打出嚟，龙门咧就系希福特啦，跟住就黄志辉、赖恩斯、奥沙、李建和、谭拔士、基亚邦尼、科士打、吕依翔同埋黄宗明啊。咁就呢個東杰聯隊咧，係傑志方面咧就有六個球員咧，東方方面咧就派出五個球員咧配合而成嘅。咁啊，講翻咧呢場波咧，就如果九十分鐘嘅賽事打和咧，就冇加時啦，立即咧互射十二碼。咁啊，其實咧好合理嘅，喺三十度嘅氣温之下咧係比賽，如果再加時咧，大家體力好慘啦。係啦，嗱，而家熒光幕見到呢位咧就係波芬啦，咁亦都係隊長嚟噶，咁啊現年咧三十歲。咁係呢個前比利時嘅國腳啦，頭先我都介紹過咧，喺九四年嘅世界盃咧，其實咧佢咧當時咧亦都在陣中噶。咁啊，今次咧不過咧就冇入選嚇。咁啊，至於另外一位咧就係、是、馬道爾啦。咁呢位馬道爾咧，呢、這個係史達仙尼啊，呢、這個史達仙尼十九歲，咁啊屬於安德烈治嘅球員嚟噶。咁啊好年青啊，咁呢個可以講落咧係安德烈治亦都係比利時嘅新希望嚟噶。咁啊雖然咧佢係未入選國家隊啊，咁啊但係咧。是香港隊的隊長兼東杰聯隊的隊長李建和，你都笑得咁開心咧，就胸有成竹咁啊！可能呢場波啊獎金都幾和味喎，大家而家應該係啊！今日咧，我諗佢哋個鬥志咧都應該冇乜疑問噶啦。咁啊，跟住喺佢隔離咧就係譚拔士啦。咁另外譚拔士今日個拍檔咧就係傑志嘅科士打，科士打咧澳洲籍嘅球員嚟噶。咁佢喺三季之前咧嚟香港踢個魚丸，翻翻去咧今年咧再翻翻嚟踢傑志噶。咁啊呢場嘅華彬銀行杯比賽之前咧。雙方的球職員咧，亦都係拍照留念。咁啊，美中不足嘅地方咧，就係咧，經過咗兩三個禮拜之後咧，大家見到個大球場嘅草地咧，就已經係出現咗一個比較曳嘅情況啦。譬如摸啲草啊，已經唔見啊，有啲生啦。十九咧就科士打，剛才我介紹過啦，傑志嘅中鋒嚟噶。咁啊，傑志本身咧已經完成曬所有嘅聯賽依個杯賽嘅賽事啦，咁佢哋來屆咧係會降落呢個乙組嘅。
咁呢场比赛咧，我哋就喺香港嘅大球场现场直播，系华比银行杯嘅足球嘅友谊赛咧，俾大家欣赏噶。大家荧光幕左手边见到咧白衫，同埋咧系有啲紫紫色嘅背脊咧，就系咧。比利時的安德烈治的今天執法球證就是中間這位就是方法華的他是一位教師來的一位體育教師在前面揸住個球的位置就是張啟明今天的旁證另外一位就是現在走埋去個球執了球這個是黃耀宗就是香港的國際旁證他本身是懲教署的職員來的這幾個球證都是香港來說的水準是不錯的看看現在雙方可能會換換個場地看來這個東方傑志聯隊就應該在熒光幕的左邊是攻右邊相反是安德烈治就在右邊是攻左邊的兩支球隊今天比賽的球隊同樣都有一個問題存在的比賽之前不妨在這裡趁未開波就跟大家講講安德烈治就有部分的主力就留回對馬其頓踢歐洲國家杯外圍賽所以他借了一些人你那個默契方面就一定是沒有十足十的東方和傑志聯隊同樣亦都有咁嘅困難。咁雖然大家咧就係喺香港啊踢慣正熟啦，但係究竟大家集合埋一齊比賽咧，會唔會好似原來嗰個班底咧打得咁順咗？呢樣嘢我可以講啊，否定咗噶啦。咁但係其實咧係講翻今日而家比賽咧，室外氣温咧就都幾高下㗎，應該係超過30度以上㗎。咁可能咧掹住咧32度啊、33度都唔定。咁所以我見到看台上面好多人咧啲赤膊咧上陣睇波㗎。阿叔，比賽咧係即將開始咯喎。係啦，冇錯啦。咁而家東傑聯隊啊，藍色衫嘅咧就係東傑聯隊啦。咁呢個科士打咧同譚拔士咧兩個咧處理呢個開頭啦。咁啊送翻後邊，跟住一個直線波咧就喂過嚟呢邊，想話俾阿基亞。咁啊好可惜啊，呢個波喂得大力嗰頭，難地咧出咗底線。咁啊而家見到咧呢個咧就係2號嘅球員啦，迪維里修華咧將個波咧俾翻啊守門員嘅迪偉格。咁啊迪偉格咧亦都係比利時國腳嚟㗎，呢個守門員啊來頭甚大啊。咁啊再度咧用腳咧掃翻出嚟，都係短啲。短嘅咧，俾過嚟咧，蘇雷啊，蘇雷再貼前一個橫傳咧，過嚟呢邊5號嘅迪布舒亞攞定個波，跟住咧側去前面，波分咧俾翻後邊迪布舒亞咧，再嚟一個橫傳，又彈翻埋嚟中間咧，俾翻啊呢個7號嘅艾馬斯，艾馬斯亦都係比利時國腳啊，有一個直線咧，位前面啦，箭頭嘅咧昆格咸啊，佢攞定個波咧，側住對方好嘢，俾咗過嚟呢邊，咁啊隨手咧見到嘅呢個咧就温哲勞頓，哇！即刻咧第一腳波施射，呢個波咧又射高咗多少啦？這場球開始比賽的第一腳射門是射高的，射球的是9號的溫格咸，一彈彈過來有一個直線就是由8號的，這個是溫哲勞頓拖順了，原來射球的就是溫哲勞頓拖橫了，用左腳是射門，可惜是射高了。好，繼續比賽看看怎樣，這個後防球員出擊了，蘇雷彈得多那頭，最後就是俾黃宗明咧就解咗圍先，仍然控制翻個波在腳，蘇雷攞到個波，甩地喎，好在自己回後將個波咧俾翻啊，温哲勞頓再撇傳過嚟左手邊個波分，波分咧亦都係比利時國腳嚟噶，好啦，跟住上前左攻俾得曳啊呢個波啊，迪布舒亞中咗喺前邊咧，佢俾後，卒之呢個波咧係俾橫咗，東方傑志聯隊界外球，一等我哋譚拔士，哇第一時間拍啦呢個波有啲擁人嘅嫌疑啊，咁對方嘅後防球員咧。蘇雷咧拱拱啊，譚拔士噶，咁啊球證咧馬上咧就係吹罰呢個波。睇邊個踢？奧沙準備咧主踢呢個罰球啦，啱啱喺中線對後幾碼嘅位置，奧沙主踢罰球，係咪啄過去基亞頭前找埋中間咧個款啊似啦？係唔得，啄咧直嗰頭啦，唉好靚啊！出嚟接波嘅姿勢同埋咧係升起接波嘅時間好靚啊！迪偉格俾你試過腳，呢個咧就係安德烈自己守門員啦，迪偉格，我接咗呢個波冇耐。散春先叫自己的隊友咧，冚唪唥散翻去前邊，跟住開個好高的波落嚟，睇下點啊！黃宗明唔夠人頂喎，頂咗過嚟，咁啊好彩咧，又有人咧就係、是，攞翻呢個波冇錯，咁跟住咧賴恩斯啦，哎呀，直嗰頭，嗰啲攻勢似乎過急喎，東傑聯隊嘅攻勢都係一腳波咧就跳埋去，喺中場咧就係唔做組織嘅工作啦，可能佢哋咧嚟自兩支球隊啊，驚住咧係較多嘅組織咧反而失誤都未定，因此咧踢一啲比較大路啲嘅波。好定啊，控定先，而家見到蘇雷咧就俾過嚟左手邊，迪布舒亞帶咗程咧，俾佢前邊啦。而家咧昆格咸啊落底線，和仔追佢，跟住咧就係、是、兩個球證啊吹罰喎，咁啊最後咧犯規嘅咧就黃宗明嚟嘅。
21個黃宗明咧，似乎犯規啊！呢個波球證係吹罰噶。咁而家黃宗明咧抌翻去中間嘅位置，基亞咧亦都咧回防幫手咧係啊防守，哎走去遠處，哎兩個頭槌頂唔到漏勢，哇扭過嚟呢邊，咁啊球證咧俾東傑聯隊嘅界外球啦。咁就今日嘅天氣熱咧，就極之不利啊！呢個客軍嘅比利時安德烈治嘅，目前咧安德烈治啊，唔係比利時嗰邊嘅天氣都係十零度嘅啫，秋涼嘅天氣啊！阿叔你最清楚啦，唉，你前日先翻嚟，唉，羨慕死人啦！咁你唞唞啦，等我嚟啦。唉，希福特咧踢過半場啊，咁哇都好遠喎，喺對方嘅咧係禁區頂啊落，都好定啊！嗰啲波咧有啲似咧德國啲波啊。在個組織方面比較細緻啲嚇，同埋後防攞到波咧都唔係話咁容易咧，係輕易咧踢作出前邊嘅。呢個波咧俾三號嘅賴恩斯咧踢咗去邊線之外嘅。咁啊，我見到比利時有個球員咧就係喺地下嗰度，睇睇幾多號先，暫時睇唔到個波身 number。咁啊，球證嘅方法話咧已經埋咗去啦。咁波咧就仍然喺咧係咁嗰個界外嘅，仲未抌入嚟嘅。咁啊，比賽而家就暫時停止咗。咁呢個四號嘅蘇雷咧，頭先唔知點解啦，攞落地，咁邊個部分受傷咧？唔知咁托住個下爬，會唔會下爬咧？俾人撞一撞咧？黃宗明右腳就弊啦，右腳就弊啊，因為佢右腳咧就冇左腳咁好嘅。咁啊，邦尼再追翻埋去，好彩咧，賴恩斯咧就加多一腳先，暫時破壞咗呢個危險嘅地鏡頭。基亞亦都唔夠咧，三號咧史達仙尼啊頂噶。温哲劳顿睇下点啦，系左脚俾翻后边，咁啊迪布舒啊，再俾呢个七号嘅清道夫咧，艾马斯，艾马斯咧就系94年世界杯咧比利时嘅国脚嚟噶，但系呢个波俾左手边咧，俾基亚咧勾到啦，送入嚟中路，落点唔错噶，落点系真系唔错啊，不过咧系李健和唔到，咁另外咧五号嘅迪布舒亚咧，亦都用一个好正统嘅方法咧，将呢个波顶出底线外嘅，东方啊获得第一次嘅角球啊，呢个角球咧，我相信会带嚟咧系。俾比利時個龍門啊！呢、這個咧迪偉格啲威脅噶，我哋都香港球迷就知噶啦。比利時呢啲安德烈治咧就唔知道東方係咩料噶嚇，未知噶，佢哋唔知咧嗰啲角球死球嘅犀利法嘅。奧沙已經谷咗上嚟啦，中啦！係、哎、啊，真係啊，係快過呢個迪偉格咧一指咧就頂到個波，仲未出界，再嚟個。基亞攞定個波再抌入去啦，咁佢都可以夠手力抌到啦，係。細禁區六碼對角位嗰度，但係誒可以扇一扇手係嘛？攢壞咗啊！可能扇手有啲手汗啦，冇理由抌得咁近嘅。安德烈治繼續咧策動攻勢，包到。佢依場啊慢咗啲啦，邦尼咧掛住望人，咁結果又失咗。好啦，呢個咧係昆教域咧就直線上去，就俾咧東傑聯嘅球員截翻轉頭。蘇雷咁啊！剛才咧落地咧個下巴受傷嘅球員就呢個啦，應該冇乜問題啦。迪布舒亞左手邊有波分，呢、這個名氣都好大嘅。咁其他嗰啲咧，比利時嘅國腳唔嚟得啦，呢、這個波分應該名氣係最大啦。嗱，睇下佢腳法好純熟啊。咁但係呢個波俾失咗，蘇雷再嚟，但俾咧係温哲勞頓順腳片過右手邊嗰邊。場地大家知道了已經是比較差了，比起較早幾個禮拜前已經差了很多了，所以就是對比利時的球員來說那個勢力的推進就可能有多一些影響多過是東傑聯的。坦布斯很短給了基亞，艾馬斯一篤篤前再去啊，艾馬斯再去，看看怎樣給，左手邊還有一個球員真的給到左手邊多分擊射過去，這個波呢就我懷疑就同呢個場地就有多少嘅影響啦，我唔知阿鐘仔你同唔同意啦，我覺得佢出腳呢同就唔應該踢得咁差㗎，個名氣咁大，波分呢今次踢中波皮呀，嗱你睇呢個波，咁其實都係因為個波呢，因為球場都冇乜草呀，嗰個波去勢快咗呀，咁所以佢落腳嗰個呢啱啱好呢食整個波皮呀，咁惹嚟一陣嘅噓聲，咁其實呢個角腳級嘅球星呢
係個技術咧唔係咁樣嘅，咁啊可能咧個波因為如果平時草場咧個波會去得慢啲咧，佢就就到啦。咁但係咁今次佢估唔到個波啊碌得咁快，咁大球場啲草咧真係咧係去到好快啊，同我哋上一次直播俾大家睇嘅時候咧個場地完全唔同啦。好啦，基亞有機會喺邊先？咁啊幾活躍下喎，基亞今日今次咧又係大腳，誒、哎、呢、這個波冇啊，送埋佢咧又係俾呢個迪偉格咧係攞到。咁啊迪偉格咧就係比華倫球隊嘅球員啊，唔係安德烈治嘅球員。哇！呢、這個波爭啲俾黃志輝咧攞到啊，但係黃志輝好努力啊，依家仍然攞住。咁喺邊線咧同對方鬥一輪。翻，唉，冇啦，終於俾佢解圍。波分，唉，呢個波波分一級嘅時候出咗界。啊，黃耀忠咧好嘢啊，喺呢度咧睇到，咁啊即刻咧逼旗。咁啊，黃志輝抌翻俾李建和，李建和咧一度扳翻落去，基亞衝緊埋嚟啊！哎呀，今次咧迪偉格咧知啊，頭先迪偉格初中啊初到貴京啊，唔知咩事，俾人咧先到一步，今次佢醒啊，立即係掟翻出嚟。個波咧睇到前邊咧係呢個迪維李修華咧係攞住，再縮埋中間，咁啊睇温哲勞頓，温哲勞頓壓住俾個波分，波分唔好再踢波皮啦，睇下你點先，左轉右轉，波分左腳咧好熟噶，咁啊你呢個波想話做撞牆啊唔靚，做啊唔做撞牆，咁呢邊一轉過嚟咧係逆連俾阿波分，波分今次咧一出正啊，今次食正個波，後邊頂唔頂一翻咧 set 咗埋嚟，哎呀可惜 set 埋嚟咧俾唔到隊友，俾基亞喎，基亞咧唯有急急腳送波上去，俾話俾科士打，今次咧俾殺出嚟嘅蘇雷咧將個波係頂翻，咁啊後邊咧蘇。而家我哋見到熒光幕呢位啊，係幾搶鏡下噶，咁喺後邊咧，佢經常咧控住個波上又得，咁啊搏腳又得，好啦，猜忌啊頭槌，再跟住咧一個倒掛埋去，咁呢個波咧今次咧就賴恩斯咧一翻嚟咧將個波係打翻出去，咁啊今日咧場面咧都唔錯，咁啊特別係樓上咧三樓嗰度咧就坐都有差唔多係五六成人噶，咁啊贊助商方面咧聽講話咧就購買咗20,000張門券咧係大贈送噶，咁啊所以引嚟咧係都場面係非常之熱鬧。好啦，和仔呢個波追唔追到啊？追唔到啊！咁啊，但係咧打咗過嚟俾波分咧睇嚟咧唔會大腳冇錯啦，都係慢慢入嘅啫。哇！呢、這個波咧幫你咧搏曬老命啊，搏曬老命咧成棍飛埋去。咁啊，波咧就係睇呢個温哲勞頓腳下咧，將波撞咗出去。呢位係温哲勞頓啦，咁啊屬於龍梅爾嘅球員啦，並唔係呢個安德烈治嘅球員嚟噶，呢個借將嚟噶，呢個係好啦。咁啊，今次咧係蘇雷定，唉呢個波咧冇啦，彈翻過嚟，坦白斯踩定咗個波，基亞一撞科士打靚啊，呢個穿牆穿得靚啊，但係一個咧係對四個，而家坦白斯趕上嚟幫手，終於咧冇用，喺後邊咧一陣陣啲，喺球證方法華喺後邊追罰。佢呢個球證咧體力好足噶，佢咧做高分車時咧可以跑到去2,900啊，接近3,000噶。由於佢體力足咧，好多時候犯規動作咧佢好近。嗱，譬如呢啲波咁樣咧喺禁區邊咧，一個犯規咧，如果嗱你成堆人嗱睇到清咗 handle 啊，如果球證喺後啲咧睇唔到，但係咧佢又走得快，走得近，所以好易就睇到呢個波啦嚇。好啦，睇睇東傑聯隊咧點樣處理呢個罰球啦。李建和咧企喺度睇，和仔自己射啦，冇錯，哇，好高喎，射得好高喎，和仔呢個波咧。希望穿過人牆曲墜，但這個球穿過人牆並不曲墜，繼續向上飄去，因此李建和射高了這個球了。已經打到十分鐘了，上半場比賽了十分鐘還未有紀錄，比利時的安德烈治和東方傑志聯隊還未打開紀錄，不急，客軍往往拿著球都是控球在腳，不急，現在先扶一個直線球，跟住喺度轉身啦，波士文咧揈過嚟右手邊，停得大力多少啦，波士文咁啊呢個荷蘭國腳扯過右手邊咧，扯得大力多少啦，咁就變咗咧係東傑聯嘅一個界外球啦，即刻抌底落嚟，咁啊邦尼咧回翻後又回得大力，咁啊大家都糟蹋咗咧，就係一次攻勢啦。好，今次啊輪到咧安德烈治抌界外球，好啦，抌到接近底線。哇死女喎，拱啊拱人啊，係啦，我睇到拱人啦，都話又吹罰啦，賴恩斯啦後面呃人背脊係吧，唔係呢喎，原來呢吹罰呢比利時安德烈治嘅球員添。好，賴恩斯主導呢個罰球用左腳呢掃埋嚟，喺禁區外面嘅呢個希福特啊拱順個波呢左腳呢刮到前面啦，跟住呢科士打一頭呢頂返後多少先，幫嚟一彈彈前合不時呢俾返過嚟俾佢，咪右邊啦，冇辦法啦，個牆冇草啊，跳啊，冇計啊，真係噶，落腳嘅時候咧就好難捉得應咧成正個波啊！一笪有草，一笪冇草，咁啊個波太跳啦！呢個咧就係客軍嘅教練啦，咁好都好定喎，咁啊呢場波咧非常之定，咁啊去澳門咧就係有油先，然之後先打呢場波，頗有信心啊！史達先嚟，俾過嚟啊！哎，過得靚。哎，呢下拱又唔掂。跟住見到賴恩斯咧，俾過嚟，
基亞都好努力啦，翻嚟後場攞波，點知斬去前邊咧？斬得太大力嗰頭啦！呢、這個波落咗啦，艾馬斯啦，艾馬斯咧扯過嚟左手邊，迪布舒亞帶咗一輪，左邊咧有波分噶，俾唔俾啊？哎，原來俾位，點知咧俾位啊，俾得唔正，俾李健和咧從後咧截截到呢個波，跟住俾譚伯士，譚伯士一個回傳又俾得唔係幾夠力，好啦，俾翻呢個荷蘭國佢嘅波分咧一路帶啊！奧沙咧扯箭扯到佢扣翻埋嚟中間箭頭，哦呢、這個九號嘅箭頭咧，昆格咸咧就想話叫過一個，但係追唔翻呢個波。咁嚟到科士打咧，攞到個波扯過嚟依邊咧，俾咗和仔。咁啊，李健和點咧？有人走位唔得，一省咧省到對方唔得，逼到一個界外球啦，只可以逼到個界外球，就唔能夠咧直接拆盤攻勢。佢想俾黃志輝嘅呢個波啊。好啦，和仔抌界外球，抌咗俾科士打，科士打叫後，哦叫得嚟啦，波分一拍，咁啊睇下球證係俾邊個界外球？原來咧俾安德烈治嘅一個界外球。仲未有記錄喎，咁啊已經打到咧接近14分鐘啦，上半場0-0啊！迪布舒亞一抌個界外球，一引引翻後邊，俾翻呢個波分，哇！好窄角度，一下撞牆啦，波分快放，睇放唔放得過先，唉、哎，放唔到，咁啊最後咧呂義祥咧包抄呢個波，啊大家喺度鬥橋，咁啊球證俾咩波咧？波係出咗界啦，就係、是、界外球嚟嘅，客軍嘅界外球啦，冇錯，波分咧自己準備抌呢個界外球添啊！中間咧攞位呂義祥咧，亦都咧及翻一個。好啦，睇下頭槌點？哎，唔得，呂義祥得住咧，頭槌頂咧，再跟住波分咧飆翻埋嚟，副遠處嗰邊一射頂到埋嚟中間，好嘢！哎，奧沙好嘢啊！奧沙咧跳起升起咧，頂出個波咧就冇遠。跟住見到咧就係、是、呢、這個十號個邦尼啊，即刻咧係解圍先，將個波咧掃咗底線。咁啊，客軍咧個角球啦，睇下點？我睇睇啦，就係八號嘅温哲勞頓咧，就係開呢個角球，長嘅開入嚟，線咗嗰邊右腳正，哎，一散啊，散到基亞背脊啦，蛋糕角球啊，希福特咧出嚟咧想話唔輸角球，但係去嗰度咧踢咗嚿草頭，自己跌低咁啊慘啦，你唔好咬柴得啦，大隻佬啊！嗱，睇睇呢個波，最緊要留意下希福特追出去嘅時候點樣先，彈翻高係俾咧。自己的隊友阿賴恩斯咧阻佢去路嘅，踢一踢到嘅內彎呢幅格，哎呀少少，哎不過冇問題啊，控一切盡在控制之內啊。雖然甩手，但係呢下甩手咧亦都有啲係自己想係拍翻低個波嘅，冇問題喎。好啦，希福特咧拍咗個波，睇定咗，最主要就係個原因咧，就等佢自己後防線谷上啲啫。波分咧轉方向，我右手邊嘅哥迪奴就攞唔到啊！呢個就係六號嘅哥迪奴啦，係右手邊進攻型嘅球員啊。科士打今日踢得幾辛苦下嘅，因為對手咧就嗰個質素係比佢係更加好嘅，同埋咧個身材方面咧，科士打係基本上係佔唔到呢個便宜嘅。波而家落喺中間，迪布舒亞個腳下。俾咗最活躍呢個十一號嘅波分，再俾翻後邊。咁而家個進攻嘅路線咧，安德烈治咧睇落去咧都不缺啊！喺左手邊邊咧靠波分啊個人嘅突破啦。二方面咧，佢都針對咗咧啊，同時咧就係東越聯嘅呢個右後衞咧，黃志輝咧就只有一年嘅甲組經驗，咁就好困難噶啦。咁啊，大家嘅七組咧相差咁遠咧，可能呢方面有啲缺口啊。不過呢個十一號嘅波分咧，係演完一輪嘅腳法之後咧，最後呢個波自己係出咗界，自己踢得出界嘅。東傑聯嘅二號黃志輝咧抌上前，但係咧俾阿波分再頂一頂咗出咗界，拱前咗噶啦，接近咗中場開波界嗰條線嗰度啦。咁啊，天氣咧真係好熱下噶嚇，有啲比利時嘅球員咧都要要求場邊嘅。自己的隊友咧係抌啲水入嚟俾佢哋飲，照計就應該李健和追唔到啦，仲可能咧吹罰勾人添。呢個波究竟點處理咧？吹咗罰喎，其實唔吹罰都得啊，擺定個球門球又係咁開，罰球咁開，不過就口頭警告咧係方啊呢、這個李健和噶，睇下呢個波點樣吹罰咧？其實咧係食曬個位嘅時候咧，李健和咧就唯有方法，希望將個波撈翻轉頭咧，再撞翻比利時球員個腳。再帶翻出角球旗嗰度咧，就有機會攞角球啫。呢個唯一嘅希望嚟㗎嚇。好，昆格域得到，再俾翻後咧蘇雷。
東傑聯咧打得好密下噶，睇下呢下點樣先。賴恩斯啊鏟到，第二下又再鏟到，咁兩下都中啊，中到個波。黃宗明咧慢慢推波上啦，咁個局比咧基亞幫嚟喺中間嚟嘅，但呢個過頭波咧過唔到呢個七號嘅清道夫咧係艾馬斯，再俾翻後邊咧係迪偉格，咁慌死咧呢個迪偉格咧冇波踢咁啊！迪布舒亞沉底落嚟攞波咧就係呢個波分啊！波士文前荷蘭嘅國腳。我記得呢個波士文咧，佢都係好波之人嚟噶。不過佢咧生不逢時啊，因為佢咧佢踢得最好嗰個年代咧，雲巴士頓咧，同埋咧基夫啊，呢兩個都係荷蘭嘅中鋒咧，就喺度變咗咧喺三個中鋒嘅情況之下咧，佢就經常都冇得踢噶啦。比賽嘅時間係上半場嘅18分鐘，接近19分鐘啦。咁大家仍然都未打開紀錄啦。但係呢啲一般呢啲咁嘅國際友誼賽嚟講咧，係頭15分鐘至20分鐘嚟講咧，大家都喺度摸底嘅啫。咁同時咧，比利時嘅球員咧亦都要對香港嘅炎熱嘅天氣咧就係適應咗先。咁啊，我哋期望喺較好時間咧，哇！呢個波咧攞底線啊，波士丹出地波又中間，好啦，打開紀錄啊！咁呢個波咧就係靠兩個球員嘅合作，兩個箭頭嘅合作搞掂咗。安德烈奇、東傑連首先打開紀錄㗎，咁呢個波咧就無可否認啦。呢個安德烈奇嘅左後防嗰個位置咧就出現咗空檔，李健和腳背一彈咧，冇人睇呢個19號嘅科士打㗎。咁啊，科士打嘅地波俾入去中間咧，亦都採取一個好正確嘅方法，亦都冇錯啊，證明咗。咁啊，用咧係一個強勁嘅地波出入去中間。咁啊，譚拔士咧把握呢個機會咧就入咗替東傑聯。打開紀錄啊，精彩啦！咁啊，東傑聯咧先打紀錄，咁啊睇嚟安德烈治咧想話質質搏咧都唔掂啦啊！咁啊而家唯有咧波啊再開啦啊！艾馬斯咧就頭先個位咧失咗啊，傳翻嚟中間咧佢喺中間包唔到，哇！跟住咧中間咧係又走一腳啊！咁啊見到阿邦尼咧同對方撞撞，咁啊球證咧好似確實咧想掹牌咁啊！睇睇阿方華華係喎，咦？方華掹咗黃牌出嚟啦，咁啊俾咗牌，跟住擲名。咁啊，波分啊，等等啊，埋嚟睇咧，隊友嘅傷勢。咁啊，11號叉住腰呢位就係波分啦。咁啊，30歲嚇。咁啊，我相信咧，安德烈治咧就會打醒12分精神咧，應付餘下落嚟嘅賽事啊。唔似得咧，係剛才開始咧，就有啲咧係懶懶散散，或者有啲高張啊。咁啊，以為咧贏緊嘅心態。嗱，我哋再睇慢鏡咧，呢個波咧係點樣犯規啦？哦，原來係咁樣啦，波士啦，係呢個幫你後邊咧成份咧係掃起啊。好啦，咁啊，波開啦。啊！艾馬斯一送咗過嚟，唉、哎，呢、這個波就送俾你起伏球仔，起伏呢、這個唔該接住，咁啊望望先，頂定嚇。啊，我哋睇到咧係喺上層，可能有觀眾咧都聚精會神啊，咁啊有部分咧係大，我立埋都好多咧係赤膊上陣添㗎。好啦，個波咧話起伏力咧海得好高，一撞就落嚟，睇下基亞咧同對方球員一拍嘅時候咧，就俾對方球員頂得出去啊，咁啊頂波出去嘅咧就係呢個溫哲勞頓，咁啊基亞咧立即去開呢個界外球。咁啊，睇下今次有冇線手啦。頭先呢個位置掟嘅線手冇，但係咧佢又蓄意，咁啊將波咧想話細食咧掟俾呢個譚拔士，咁啊但係個波咧終於就俾對方球員咧係射跌咗。咁啊譚拔士今年咧嘅狀態都可以叫做保持啦，咁啊都係喺聯賽方面咧射手嚇係射手榜咧排行咧第一位，但係俾第二位嘅巴古沙咧一倒咧追得佢咧有氣冇掟頭㗎嚇。好啦，咁啊睇翻賽事，咁啊前邊咧波分，咁啊波分去唔到，出翻轉頭，史達先嚟再送翻。由呢個艾馬斯策龍攻勢，咁啊前邊咧係東傑聯咧，其實咧掹得幾緊下㗎。嗱，睇到蘇雷咧都養下手啊，前面冇人啊，咁啊冇計啦，艾馬斯唯有咧用長傳，咁啊但係放埋嚟咧冇用啊呢啲波，咁啊睇到明顯咧係加咗兩前肉緊啦。咁啊頭先呢波咧慢慢推下，而家咧都係大腳咧放入去。希福特咧有少少殘眼，但係都係只限於喺嗰一邊嘅啫，喺近佢嘅左手邊地帶。咁啊正龍門口咧就冇陽光啊，所以佢唔需要戴太陽帽。又是開得不錯的，哇！呢、這個波咧係基亞爭啲踢到對方，落咗嚟俾咗譚拔士，譚拔士咧睇佢俾基亞冇錯，基亞後邊跌下，跟住咧出，但係呢個波咧一出其實咧就出得唔夠力啊，左腳出得唔夠力，咁啊撞到咧係4號嘅蘇雷，咁啊蘇雷咧24歲啊，就係屬於安德烈治咧正選嘅球員，咁亦都係咧係聯賽奪標嘅功臣啊，咁啊有翻咁上下呢個球員喺中間，咁呢個波亦都係憑佢咧係一山嚟生咗出去。咁而家咧國球啦，咁啊東傑嘅球員咧亦都唔敢全軍上，咁啊相反咧呢個安德烈治嘅球員咧大部分都回防喎，
睇嚟和仔呢個角球炮製成點啊？壓開好勁啊！哎呀，呢個波咧，如果龍門咧稍不留神咧，有機會咧扯入去嘅。咁啊，但係咧以呢個國腳級嘅龍門嚟講，點會咁做啊？好啦，好快咗後邊呂宇翔啱啱跳起，攞少少球有少少尖，咁啊批批一俾對方球員，但係再轉咧，哎呀，今次咧唔同啦。咁啊，個波咧頂翻出嚟先。蘭斯頂出來之後邦尼這邊一騰給機械再轉身，但球球彈回直布書，而且博得一陣掌聲，機械說很快，剛才左邊見過，現在走回右邊的防守，這個球是這個直布書還吃出他的腳波餅，很大力，但是這個球扔回來，蘇雷說不要搞我了，知道後面有個譚伯士，這個蘇雷看這個形勢不妙，唯有將球揈揈出界線，再到輸一個界外球，但是相距起碼是30碼的了。好，譚伯士攞定，基亞在右邊，今次咧送埋中間有冇人埋冚咧？和仔想埋博懵啊，唔得，因為睇到呢個迪偉格咧跳起曬咧係接曬個波啦。咁啊，和仔唯有咧立即咧嗱嗱聲啊翻轉頭，咁啊睇睇呢個波點先，送翻後邊艾馬斯，艾馬斯啊推前少少，咁啊指手畫腳俾翻蘇雷啊，中間蘇雷，咁望下咧前面咧係揾下波分啊，又俾到波分啦，咁啊波分腳法好啦，但係咧實際上暫時未必見到中鋒。分隔域呢個波想轉想轉之後自己叫死自己啊！唔關事啊，唔關黃忠明事啊！呢個波咁啊，球證咧係同埋旁證都睇得好清楚。呢個黃忠明喺後邊咧掂唔到佢自己係踢跌嘅啫。後邊奧沙都唔攞啦。咁啊，見到嗱，黃忠明啊，21號嘅球員。咁啊，暫時表現咧都唔錯啊。咁啊，個波咧留翻後邊俾希福達，希福達咧開幾腳波都靚啊！今次呢個波咧都唔係喺對方嘅中場落啊，咁啊大家鬥頂之後咧，就將艾馬斯冷靜啲，頂翻個波出嚟，再後邊，咁啊睇呢個波咧，迪布舒啊大腳送嗰個頭，哇！呢次咧，哎呀，黃忠明咧同對方嘅九號嘅球員咧温格域阻一阻，會唔會咧係流血咧？嗱，睇睇先，哎，好彩冇流蚊飯，咁啊但係咧可能係撞到眼嗰邊啊，咁啊其實呢啲位置咧好危險噶，咁樣撞法咧咁樣冚咧好容易咧係爆呢個眼角噶，咁我哋好多時候見到，嗱我哋用個慢鏡睇睇先。大家一起走的不覺的大家一落的時候咦不是手爭撞到他可能這個波手爭撞到他可能是爆了眼角都不頂因為我現在我望埋牆他坐到隻手就有血了剛才鏡頭拍不到好了現在看這場波先但是這個波最後呂宇翔大腳掛了上來現在是再在中間幫你幫你看到和仔在邊有啲俾和仔和仔慢慢推的時候想再督前下這個波誤會了跟這個幫你誤會了終於由這個史達先尼攞回再加回中間看來現在是黃忠明已經離場了剛才那一下無情另一發就令他的眼睛爆了好了迪布舒雅現在拿波路推推過了前場咁啊，俾唔出喎！而家遲都唔俾。哎呀，呢、這個直線就俾得曳咗啦。咁啊，想話俾個波分嘅，但係直個頭呢個波直接啊，碌咗出嚟底線嘅。咁啊，上半場咧已經打咗25分鐘噶啦，1-0啊，東方傑志聯隊。啊，而家見到黃忠明咧就爆咗眼角，而家軍醫咧就同佢聯翻。咁啊，呢啲閒事嚟嘅，爆眼角咧，身為足球員咧就差唔多個個都爆過咁滯噶啦。嗰啲爭頭爭尾一批咧就爆噶啦。咁連個膠布咧可以止血咧繼續上陣。而家暫時咧東傑聯隊咧係10人應戰啊。啊！希福特咧主罰呢個罰球，踩個左腳扣咗前場先，哇！浪死個基亞跌落嚟，唉、哎，好彩冇事，咁大隻頂唔到呢個波。好啦，而家見到咧呢個咧就係艾馬斯，我腳艾馬斯帶順咗咧，跟住咧俾過嚟呢邊啦。嗱，睇睇咧就係、是、哥迪魯啊，放咗個斜線波出嚟，咁啊跟住見到賴恩斯咧得住對方咧就讓啊希福特咧出嚟，好輕易咧攞咗呢個波，1-0嘅紀錄。主隊的東傑聯一球波咧，而家領先緊嘅。咁啊，睇睇咧呢個安德烈治咧就係出咩辦法啦？天氣同埋場地咧對你影響咧相當大啊！今日，頭槌批翻後邊可以用手，守門員嘅迪偉格咧可以用手，一揈咧揈出嚟呢度啦。迪布舒亞攞到個波，輕俾過嚟右手邊，啊俾咗咧史達先尼，史達先尼俾中間好嘢控得靚。我得住咧，最後咧昆格域咧將個波咧俾過嚟右手邊啦，俾咗咧艾馬斯，艾馬斯放過嚟呢邊。好啦，啊呢個波士文咧俾過嚟右手邊一斬，咪又省到咧奧沙個膊頭，我彈翻過嚟，艾馬斯如果攞翻個波，想話搓後搓唔到，好彩人包翻位，個波咧落咗落去啊！呢個咧係2號嘅極為李修華嗰度，啊俾前又俾身喎，科士打又俾身，好啦，啊睇下點啦，呢個高波放埋嚟中間，哎放埋嚟中間，李建華努力啊，落到禁區入邊咧救波，係咗咧歐超，我呢個時候咧要換人喎，黃忠明唔得喎，係啊。就換了一個高佬啊！而
26號嘅奧運腳蘇志聰入嚟，咁啊，梗係做翻頭先黃宗明做嗰樣嘢啦，就 mark 咗其中一個箭頭啊，一係波士文，一係呢個9號嘅坤格力啦。大家係爭頂波㗎，呢個黃志輝係最終啊頂到，哇！波士打呢下虎尾腳都解到圍喎。好啦，八號嘅温哲勞頓呢下咧，即係替東傑聯啊解圍咁解嘅啫。打到咧係28分鐘，東傑聯咧就以一球係領先嘅。咁呢個波咧就由咧係東方嘅射手啊譚拔士嚟搞掂嘅。咁一般嘅外隊嚟到香港啦，特別係五六月嚟香港咧，就係第一個難關要過咧，就係唔係主隊嗰啲球員嗰啲實力喎，而係啲天氣啊，真係冇曬汗噶。嗱，今日咧就户外嘅温度咧超過30度咧，好曬啊！今日已經唔算係熱添啊。好啦，再睇下呢個6號嘅球員咧，哥迪洛逼到落底線啦，哇！左跨右跨，結果射出一個波咧，都令到咧係香港嘅球迷咧，即係抹一把冷汗咁滯嘅。呢個波咧中親遠處個網仔咧就入緊啊，必入噶啦！東方嘅東傑聯嘅守衞咧，呢個時間咧有啲係大意啦。咁尤其是呢個3號嘅咧，就賴恩斯頭先嗰下咧就俾6號嘅咧係哥迪洛逼過咗。佢做咗幾下嘅打動作，你睇下呢個波啦，呢幅就根本就唔到嘅，根本啊個波過曬佢咧，佢先落地嘅。嗱，輸就輸3個賴恩斯呢個波，其實佢一腳清楚去咧就冇呢個咁嘅危險鏡頭出現。咁可能咧賴恩斯本人對自己嘅技術啦，以及咧對頭先嗰下控波咧就好有信心。咁啊唔怪得佢噶，佢自己有信心，我諗住咁樣做啊。點知個波一跳一跳，出現咗以上呢個危險嘅鏡頭啦。剛才射完波呢個哥迪路再嚟，應該睇情況應該攞到，應該攞到過埋呢個賴恩斯添啊，有機會會過埋添啊。一彈彈俾咧係8號啊，係温哲勞頓嘅。咁啊諗緊計啦。呢、這個咧，哥迪奴想攞界外球員嘅膊頭，結果兩者都唔成功喎。呢下仲俾咧東漢隊啲球迷鬧添。嗱，今日嘅天氣真係好熱啊！你睇下真係，尤其是咧太陽曬正東漢隊嗰邊咧，睇波嚟講咧都要付出一定嘅體力噶。唔好話淨係咧踢波啲球員要體力，其實睇波嘅球員咧，球迷都要體力噶。咁啊，因為咧如果曬到正咧，温温頓頓嘅。好波啊！譚拔士呢個波咧，用頭槌交俾你機啊！咁啊冇手球啊，冇手球啊！蘇雷再俾咧隊友個頭波，俾咗呢個荷蘭嘅前角腳啊波士文。波士文佢最大嘅優點係頭槌啊，但係冇底線波出咧，大家發覺咧根本上你唔覺得波士文係曾經係荷蘭國腳咁巴閉嘅。呢個波搶到啊！有啲作為，哎，蘇志聰呢下鏟得靚。左手邊有一個波分看不到啊，好嘢，好啦，看看和仔呢下突擊點啊，數數中間有幾多球員，一個科士卡，一個咧譚拔士，咁啊就係有4個啦，安德烈治嘅球員喎，出個波靚唔靚，麻麻地喎，景道夫咧真係瀟灑啊呢個波，7號球員咧艾馬斯攞定，鬆鬆融融將個波俾翻，再由佢咧再發板，咬腰個5號咧係俾呢個迪布舒亞。迪布舒亞咧順勢嚟一個跌打式嘅助攻啊，但係波分咧就唔生性啊，攞離腳，暫時就係安德烈治嘅界外球，而家嘅紀錄就1-0啊，藍衫嘅東傑聯領先噶。好啦，又嚟啦，艾馬斯睇情形上射，冇錯。咁啊，今日呢個地咧，老實講唔容易射噶，嗱，尤其是推推下嗰啲咧，掛住望得個龍門咧，就唔知個波會唔會跳起啊，所以咧有啲顧忌啊，啲球員射波有啲顧忌。嗱，香港嘅東傑聯嘅球員就知啊，你睇個波碌緊一路跳噶，唔係貼住個草面噶，一路跳緊噶，所以都好難控制嘅。我相信安德烈治佢哋咧係難精不補咁多年咧，踢呢啲咁嘅球場咧，我諗佢都應該係一種經驗嚟噶。例如啊，記憶所及咧，大球場重建之後咧，到而家咧就換過3次草坪，啊，到而家都唔掂。嗱，據講咧。收斂之後咧，下一屆咧嗰啲草又另外一回事咯喎，大陸過嚟嘅啲草係，試到啱為止嘛，所以一隻唔啱試第二隻咯，係咪先？會咧係休通常1星期嘅。好啦，咁啊睇翻呢個賽事，波士文中間咧想話黐咗落嚟，黐唔到啊，咁啊俾希福特咧接住。咁但係其實而家我哋見到大球場呢啲草咧就係冬草嚟㗎，咁啊冬草咧進入夏天咧就會死啊。所以咧就嗰個牆咧就開始咧係好容易甩啦。咁阿叔頭先講咧就喺大陸咧再揾啲草種嚟咧，就試下咧係封牆8個星期咧，睇下可唔可以咧係進行呢個挽救啦。好啦，咁啊睇翻呢個賽事，呢個波同樣是1比，係基亞斯啊！哇，呢個波咧爭啲啊！如果呢個波咧係佢落多啲。
西咧扯埋落嚟，有啲曲序咧就好啦。咁呢球波咧引到球迷咧一阵嘅掌声啊！呢、這个波咧亦都系好有威胁。咁但可惜啊，波啊高少少。咁啊基亚咧今日咧踢得几好啊！嗱，睇睇呢个波，谭密士同佢咧老拍档啊，有晒默契，一弹弹过嚟，基亚一吸，哎呢、這个波控咧即刻咧一射。啱啱咪出界啦！好啦，咁我哋咧立即咧跟翻現場先，喺呢個東傑嘅龍門口咧，希福特咧輕輕猜住個波，咁啊因為對方搞咗成個攻勢咧就被瓦解咗。咁啊由於咧就呢個波咧佢先用腳浪定，跟住咧先至再接。咁啊睇下咧今次咧開咗龍門球又如何啦？係唔錯啊，都好有水準咁啊！今次咧譚密士線到嘅呢個波，咁啊睇下先，一出嘅時候咧出界啦，應該咧係譚密士線到，冇錯。咁啊，譚密士呢個波想話線俾呢個科士打噶，咁啊，但係可惜咧，科士打咧冇辦法。咁但係呢個波咧係球證咧冇啊，判咗個界外球，一掟掟翻入嚟。咁啊，中間咧係艾馬斯，好腳法啊！艾馬斯呢個球員，你睇佢控個波、黐個波落嚟咧，係好淡定啊，好有型格噶呢個球員。咁啊，慢慢咧猜上嚟。咁啊，自己前面嘅隊友咧就俾東傑聯咧就 mark 得好緊要喎。咁啊，加恩咧東傑聯咧暫時一球佔先，咁係唔希望咧係輸翻嘅。呢個波咧就犯規啦。咁啊，犯規咧亦都係三號嘅賴恩斯。咁啊，將呢個哥迪奴咧係踢跌，咁啊，賴恩斯今日防守左後防咧就表現咧麻麻地啫嚇，較早前啊，呢啲咧就係赤膊上陣嘅觀眾啦，咁啊，一於咧係睇足球之外咧就曬其呢個日光浴啊，認真爽。喺呢個波咧擺落嚟咧越位啊，咁啊蘇志聰咧包到埋嚟啊，咁啊蘇志聰咧嗱呢邊咧張啟明咧係好清楚啦，咁啊睇到張啟明呢邊係慘啲，其實幾曬下噶，黃耀忠嗰邊咧就嘆多少。好啦，呢個波咧俾翻過嚟，咁啊希福特啱啱好。將個波一送送過嚟先，睇睇基亞咧過曬頭喎，咁啊唔去追咯。咁呢邊見到咧係迪維里修華咧，而家掟界外球呢位亦都唔去追，咁啊所以掟翻界外球入咧俾咧艾馬斯喺中間嚟啦。咁啊差咗個波，啊温哲勞頓轉翻俾艾馬斯。咁啊邊線咧見到啊迪維里修華咧走位㗎，俾唔俾到啊？真係睇到俾佢啊！啱啱好未出界啊呢個波，繼續睇先，一級級定迪維里修華呢個波就係慢咗啦。咁啊後邊咧有人埋嚟幫佢，而家先送咗出嚟俾哥迪奴。哥迪奴轉身轉唔到之後，會唔會俾翻佢咧？而家向翻球場之內，一中間特登啊流過跟住一轉，仍然吸到，温哲勞頓再轉，有機會入啊！以為入添啊呢個波，哇！喺個兩角度睇啊，以為入啊！你睇安德烈治咧真真功夫嚟啦！三兩下手腳咧，就最終咧由呢個哥迪奴咧射翻波。咁啊，其實呢個波咧最先策動攻勢咧就係哥迪奴喺出邊噶。咁個波一彈彈埋咧，中間一漏漏過嚟睇呢個波啊！嗱，我哋從慢鏡睇睇，一漏漏過呢個波咧，科士打彈唔翻個波。啊，温哲勞頓呢個波一側側落個空位。啊，呢個咧係昆格涵再昆格域再送過嚟嘅時候一射，就竟然咧射中佢噶。咁啊，我最新係收到咧現場嘅氣温報告咧，原來咧現場大球場嘅氣温咧係高達35度啊，老友。哇！難怪啲球迷咧就真係咧係曬其日光浴啦，咁啊真係一舉兩得啊！咁可能有部分咧仲係攞贈券嚟睇嘅添啊，免費娛樂影真爽。係啊，揸住話俾銀行個紅寶仔啊，有飛攞㗎啦，我知道。哇，咁緊要啊，原來，哎呀，好啦，咁啊睇翻呢個賽事先。咁啊，中間一趟趟過嚟睇睇波分，波分呢邊咧一級級定得，再推落去一個假動作，哎，好似避過咗女場啊，但係出嚟俾人咧係扣到啦呢個波。好，睇下點先，左轉右轉啊，而家前傳出。就慢慢嚟啦，慢慢踏個慢板之後咧，就俾翻呢個八號嘅温哲勞頓，温哲勞頓一個直線送過去冇用，呢、這個波咧執住，奧沙咧一腳解圍送過嚟咧，後邊就冇啊！大家而家睇到啊，呢邊半場咧完全冇東傑聯嘅球員噶，東傑聯嘅球員咧完全咧縮翻退守，咁啊贏住一球咧，諗住咧就係袋一球落袋咧，就可能咧想緩和佢到嘅咧係温温騰騰都唔頂啊！好啦，波分呢個假動作，而家再送下真嘅落去，唉，但係可惜啦，大力咗啊！呢個波迪布舒亞咧點樣抌都抌唔到啊！咁呢個波咧就有少少大力咗，但係發覺波分咧喺隊中名氣無疑係最大，但係今日表現咧佢係麻麻地嘅，左叔啊！好啦，上半場咧打咗36分幾鐘嘅啦，仍然係1-0啊！主隊嘅東傑聯隊咧就係一球波領先，由譚拔士咧上半場19分鐘咧射入嘅。好，呢個波攞翻，咁跟住咧見到我迪布。舒亞位佢直線波分地多難啊！再漏曬啊！嗰邊嗰個又中咗埋去喎，慘啊！波士文咧中咗喺前邊，扭過嚟咧益曬咧呢個咧賴恩斯，賴恩斯俾基亞咧再啱回傳咧俾翻呢個賴恩斯，賴恩斯咧索性咧帶到自己嘅前場啦。左邊有譚拔士，唉，佢唔俾上俾波士打，點知俾艾瓦斯咧早咧已經偷咗，佢話兜頭帶上避過咗呢個波士打之後咧，跟住咧彈上去前邊啦。史達先嚟帶咗大成一個地波啊，仲漏油添，慘啦！好咗奧沙咧，及時咧包到一篤篤橫個波咧，篤咗俾基亞，有基亞攞定波好定啊！
帶咗傳先，和仔第手佢睇唔到，俾個人呢邊都好。啊！俾到過嚟咧，黃志輝，黃志輝跟住睇到啦。啊，卒之咧撇傳過嚟右手邊嘅李建華。咁啊，李建華一斬斬個過頭波入咗禁區冇用啦。咁啊，客軍嘅守門員咧，迪偉格咧好輕易咧立住，跟住碌個地波出嚟。咁啊，艾馬斯咧就跟住攞，睇攞唔攞唔攞。咁啊，讓俾咧自己嘅隊友，而家遲遲咧未人俾得出喎。嚇，俾到啦！而家見到咧蘇雷咧俾翻呢個艾馬斯，艾馬斯嘅地波咧喂咗前場。今日咧，東傑聯咧打到而家防守方面咧，算咧穩健啊！温哲勞頓好扯過嚟左手邊波分，第一時間立唔到，仲有啊立到噶，啊一立到一撞啊，仍然咧波分咧得住啊！呢個對方咧攞翻呢個波，咁呢個咧就係黃志輝咧就冇辦法咧就係攞到佢嘅波啊！客軍嘅一個界外球。好細細力咧，抌落嚟啊！抌落嚟咧，啊迪布舒啊，而家得住咧李建華，李建華後邊咧死掹死掹，誒球證咧用吹罰咧呢個啊迪布舒亞添喎，球證吹罰迪布舒亞，係東傑聯嘅一個自由球啦。黃志輝擺定個波，哦原來咧佢唔踢，走開，俾阿希福特踢，希福特要走回呢邊，就翻佢施加左腳先得，係施加左腳。哎都得得幾靚，譚伯士夠唔夠頂啦？兩個都唔夠頂，艾馬斯咧包到，要話我波益曬譚伯士，抽埋呢邊啦，又係李雲啦，啲馬大比浪低個波先，啊再追過嚟呢邊，譚伯士頭槌攻門突入，哦好嘢，2-0啊！呢、這個波譚伯士咧其實咧俾人呃住噶，咁啊間中頂呢個波咧就頂唔間咧入網。先緊，哎呀，鼓掌啦！咁啊，香港嘅球迷咧，鼓掌啦！咁啊，而家咧主隊嘅曾俊玲竟然間咧2-0啊，兩球波咧係領先緊嘅。嗱，再睇睇基亞點樣得呢個波俾阿譚伯士，譚伯士咧俾對方緊壓之下咧，仍然係緊壓㗎，仍然俾佢頂到個波，拋物線咧彈地喺柱邊網側咧入網。2-0啊！譚伯士包辦兩個入球啊！東傑聯咧就係領先兩個波啦，仲有一次慢鏡睇基亞得呢個波，譚伯士遠處前俾人力壓之下，仍然升得起頂個波咧，冇力嘅曲墜咧入網。呢位叔啊，我記得譚伯士咧，舊年咧代表呢個南華借佢打呢個聖保羅時咧，又喺大球場威咗鋪嘅話，今年又到佢威喎啊！咁呢個球員咧啊，無可否認咧，佢就入球能力嗰方面咧係冇問題嘅。難怪連續三年成為香港的神射手啊！咁照計今年嚟講咧，佢亦都好有機會咧，係蟬聯甲組嘅神射手呢個寶座。咁啊，剩翻落嚟嘅時間咧，就上半場仲有4.5分。安德烈治可唔可以追成比較接近嘅紀錄呢？或者係佢哋會等到下半場啊，唞順調氣啦。哇！試過香港咧咁熱嘅法，唞順咗換個件乾衫翻嚟下半場先至啊，部署反撲咧。呢樣嘢咧都好有趣啊，因為安德烈治畢竟係比利時一支同埋歐洲一支咧好出名嘅球隊嚟噶，咁啊球迷咧如果有經常睇我哋歐洲足球雜誌都知道噶啦。啊，東方嘅領隊梁守志咧就可能向其他嘅球會嘅高層啊報呢個喜訊啊，打電話咁啊輕鬆啊，贏兩球而家就啊有主場之利，照計嚟講咧呢場波應該幾樂觀下嘅。比賽前大家都預咧就應該東傑聯應該唔夠打嘅，咁但係咧戰果嚟講咧，反而咧就係同我哋預測咧有多少嘅出入啦，贏夠兩球啫。咁啊，連呢個35歲嘅咧呢個昆格域咧出嚟迎個波咧就似乎比呢個14號嘅波士文多好多啊！波士文而家得住，再俾咧蘇雷，蘇雷咧壓過咗送落去底線。影質係差啦，直情係出咗底線全底咁樣啊！嗰個組織嗰方面咧，就真係應該係唔錯噶。咁特別係呢個4號嘅蘇雷咧，嗰下咧撞牆式咧，用體力壓過咧呢個東傑聯嘅防線，再篤俾咗6號嘅哥迪魯啊。咁但係6號嘅哥迪魯咧就係出個波就差啲。哥迪路又嚟啦，
今次就俾咧係賴恩斯啊撞開咗，吹罰三個嘅賴恩斯。董傑聯嘅球員咧，當然咧個心就越打越紅啦。而家又初初諗住咧打和都應該好滿意嘅，點知打打下咧，發覺贏一球，再打打打下又發覺咧贏緊兩球，咁所以咧球員咧都走多一兩步咧都冇計噶啦。而家咁啊，況且咧就上半場仲有兩分鐘嘅完場啦，有機會咧就係、是，頂到喎，14號嘅波士文就頂到。咁我記得我頭先都講過啊，呢個荷蘭籍嘅球員咧，就個球場係最好嘅。咁如果有頭先嗰啲多啲咁嘅高波俾佢咧，咁啊香港嘅電視觀眾咧就可以睇到究竟咧佢呢個球員啊係點好法啦。佢係撞開咗咧，就係呢個女二場咧，係以咧係頂到呢個波噶。譚佛士呢個波離咗腳，幫嚟再去，應該吹罰，應該吹罰，係冇錯，吹罰三號啊！呢、这個斯達斯尼嘅黃牌啊，正路非常之正路啊！不過話俾呢個黃牌啱嘅，因為咧出個腳咧係幾危險下噶。嗱，呢個十五號嘅邦尼咧就聽講咧喺下一個球季咧將會加盟啊中國呢個格高聯賽嘅呢個廣州二隊啊，即係話北上啊踢波。奧沙咧底下作狀，驚比利時嘅球員咧就莊越位。咁啊，波分咧再去追，呢、這個波點樣先？鬧開咗咧係呢個黃志輝嘅。咁結果咧球證俾咗安德烈治嘅界外球。上半場應該咧就完噶啦，一分鐘嘅時間唔夠，東結聯咧應該會領先噶啦。我睇個問題就係領先兩球，因為一球嘅啫。基亞中途俾比利時球員啊安德烈治截到，好波啊！呢、這個咧温哲勞頓腳法咧好細利下嘅，咁啊波分咧亦都係，但係咧今日咧始終咧係受制於咧呢個東結聯嗰啲頑強嘅防守線，再加埋咧係兩個埋門嘅鏡頭，東結聯嘅譚佛士咧處理得咧就係恰到好處嘅。兩次嘅攻門咧就咁搞掂咗啦，兩次啫嘛，係啦，兩次攻門就係兩個入球。嗱，我記得咧就頭先我提過啦，南亞贏勝高羅，舊年嗰場賽事咧，亦都係喺個場地咧好爛之下咧，係所以贏得到嘅，個場地好曳嘅。今日咧有少少咧咁嘅味道啊，我睇翻轉頭啊，嗱呢個波咧係俾守門員咧係接翻啦，咁啊迪偉格接到，咁啊迪偉格頭先輸俾阿譚佛士嗰個頭槌咧，輸完之後咧根本成個人呆咗，啊諗佢冇理由咧呢個波佢頂正啦，可能唔入啊，就係差少少咧個拋物線笠死佢啊！咁由於受到另一方面場地嘅限制咧，呢、這個安德烈治咧真係咧發揮比較難，一啲短傳嘅推進都唔係咁順利。哇！呢、這個波咧，黃志輝爭啲踢到人啊！咁但係好在冇事。而家咧再彈個波入去，又傳咗俾呢個邦尼啦。邦尼一吸定轉身，後邊一彈好靚。咁啊，今次咧就俾到呢、這個有人邦尼，跟住傳咗頭前接對翻啦。邦尼再送呢個波唔敢去啊，唔敢去啊！呢、這個波，呢、這個波波士丹唔敢去。加上咧個波喺中場嘅時候咧，由於個波咧係彈下，咁所以咧就冇啊。球證咧都唔保太多時間啦，咁喺呢個時候咧，球證咧亦都係追長雞現場，咁結果上半場咧，東結聯隊咧就係以2-0咧暫時領先安德烈治噶，咁我哋休息一陣先。比賽嗱，咁啊喺上半場咧就有個小小意外咧，黃宗明咧好早之前咧就同方球一撞咧就受傷離場噶，咁啊佢嘅傷勢究竟點咧？咁啊石仔而家揾到佢話交俾你啦，石仔。唔該曬啊！喺我身邊咧就係、是、東結聯嘅後防主力球員啦，黃宗明啦。點解正話會咁樣傷法㗎？即個波咧睇住佢啱啱斬上嚟後衞咧，我就準備一齊跳升，跟住升啊！啱啱我爭就批到我眼角，大家都想準備頂個波㗎啦。咁啊，佢爭啱批到我眼角個位咧，就少少傷啦。咁就啲友誼賽就即係盡量就冇話傷得咁嚴重啦，咁樣咯。嗱，比賽咧之前咧，教練方面有冇諗到呢一場波會贏或者係點樣打佢咧？咁暫時嚟講，上半場領先兩球應該係好啱，即係好合嘅部署係咪咧？今日嘅部署咧就係話，我哋最主要 mark 住兩個前鋒啦，咁其他嗰兩邊咧就 mark 住嗰兩個快翼啦。咁啊，最主要就話踢簡單啲嘅足球咯。咁就今日都可以踢得到部署咯。好啦，嗱嗱聲入去以下個傷勢先啦嚇，喺將時間交翻俾上面嘅同事啊。好啦，唔該曬石仔啊！咁我哋頭先講過啦，咁啊呢個安德烈治咧，由於喺地利同埋天時咧都蝕底咗，咁啊因此落後兩球。我哋重新再睇睇上半場嘅精華片段啦。
啊，歡迎大家翻返嚟大球場啊！咁啊，華比銀行杯嘅下半場比賽咧，係好快脆就會再次係展開噶啦。咁上半場咧，我哋香港嘅東傑聯隊就以兩球咧，就暫時領先呢支來自咧係歐洲嘅著名嘅勁旅啊！兩個入球咧，都由而家大家熒光幕見到著九號球衣嘅譚伯士咧就係包辦，一球咧就喺五碼，就係用地波右腳入嘅。咁另外一球咧就喺西禁區個角咧，用頭槌拋物線頂入啊！頂入嗰個波咧，最見功夫噶啦。如果係唯一呢個角度咧，先可以咧係入波嘅啫。咁啊，結果就再俾佢搞掂咗。咁下半場咧就比利時嘅安德利治點樣反撲咧？好快脆有答案。球證咧方法咧換咗件衫啦，換咗件咧係紅色嘅，即係國際足協咧三種顏色之一嘅球衣咧，球證嘅球衣出翻嚟。咁下半場咧就數夠人咧就準備開波啦，亦都交俾阿叔先。下半場看到比利時安德烈治換入一個後備球員，十號的祖巴尼換入了十號的祖巴尼，稍後看看誰呢，就退出退下戰果了。好了，現在球賽開始了，穿起白褲白襪的安德烈治，首先策論攻勢，藍色衫的就是東傑聯隊，上半場的紀錄是2-0，東傑聯兩球波是領先的。原來就是這個波分被調出，這個國腳的波分是被調出的，換入十號的祖巴尼。跟落後兩球波，安德烈治有沒有辦法平反這個敗局呢？好了，現在艾馬斯拿定一個波先，帶到在前線引下一彈，隊友在這裡撞牆給回艾馬斯，哎呀，波自己中了在前面留分。咦，現在看到東傑聯又有換了一個人，雞入場，羅繼華入場，還有另外一個鄭少聰也是上陣的。東傑聯就換入兩個東方的球員，16號的羅繼華和12號的鄭少聰兩個是上陣的。客軍只換了個10號而已，波分退出，由10號的這個祖巴尼入替，大家換人之下又怎樣了。看到這個三尼的球員史達仙尼拿另一個波先，扯過左手邊10號祖巴尼，啊，這個是啦，現在熒光網上看到這個是啦，剛剛調上陣的。祖巴尼一攞球好東西，奧沙一拍圍連球都攞埋他，哇，攞得清脆利落啊這個球。奧沙扯個地球是被譚伯士去收，收不收到呢？不得，被對方得住了，對方另外一個大隻的球員蘇亞得住譚伯士的球，唯有是出界了，沒辦法追到譚伯士，都相當努力。鄭少聰下半場上陣的球員，東方的球員鄭少聰，另外入了一個調入了一個羅繼華的，東方就換多兩個人入來是比賽。好，艾馬斯攞定一個波先，一路帶給不到前面，唯有扯過來左手邊就是給回這個二號的迪維里修華，踩腳直線位於前面給了這個波士文，波士文底線撈個波，哎，剛剛被奧沙攔到，奧沙即刻解圍先，這個波科士打拿到被人在後面得住，唯有另一個橫傳給了這個賴恩斯，怎樣賴恩斯搞搞陣，哎，都能夠擺脫對方，給科士打再給賴恩斯調橫了先，哎，這下騙一頭給他，出之踩停的球是給回這個呂宇翔又不給錢，給奧沙，奧沙這個球拆到這麼緊，好彩力度就不是幾勁，最後追回到，這個球拆得很肉酸，可惜就是很好彩力度不是幾勁，黃志輝回後追回這個球，但是放在直線前面又不行了。客軍這個史達仙尼右腳扣回俄眉宇前，給回他們的守門員為這個迪偉格，迪偉格給艾馬斯，艾馬斯放個高波，看高佬怎樣，這個高佬的坤格域批過來又不行，馬西前提幫尼甩了，隊友給過來這邊的時候就又見到賴恩斯是解圍，現在就這個安德烈治全軍壓過東傑聯的後場打的，沒辦法了，因為落了兩球波不搶就沒辦法，希望是搶翻平。好，今次又你看看呢，這個國腳的波，荷蘭國腳的波士文又怎樣，一個翹翹了過來，下半場上陣的祖巴尼拿到波怎樣呢，輕切過頭，好嘢，一頭解到圍，哎呀，刺得好靚啊這個波，俾個直線追不到，你看到是賴恩斯，哎呀，孤王那頭賴恩斯，這個波就機會就是被對方拉到，對方死追之下就是叫跌了賴恩斯，球證可能俾個罰球，還給球門球呢，給球門球而已，沒有給罰球，
嘅，因為呢個波咧，賴恩斯壓住對方咧，讓我波碌出界嘅，咁啊俾球門球。阿肥福啊，希福特啦，擺定，咁啊準備開出啦。我球波，譚拔士好嘢，心口照咗壓過對方，跟住轉身咧，位個波咧俾個科士打。哎，艾馬斯好定啊，右腳輕一叫，叫翻禁區咧，俾翻自己嘅守門員啊，韋迪格。韋迪格輕掃翻咗咧，係掃出嚟先。史達先嚟咧，再嚟一個橫傳過左手邊。迪布舒亞撈翻埋嚟，史達先嚟攞定，再嚟一個橫傳，傳遠啲啦。今次咧傳過嚟咧，俾呢個咧艾馬斯。啊，地波俾前。啊！呢、這個咧就係祖巴尼啊，隊友一個回傳咧，大力嗰頭殺過嚟左手邊包抄奧沙，好嘢！五環個波咧避過對方，跟住咧踢前彈埋前點，唔夠人攞，加一腳搏咗喺前面，但係冇人接應。安德烈治嘅史達斯尼啊，呢個波位到啦，唔好勾跌㗎啦，千祈唔好勾跌啦，唉，輸個角球好啦，如果勾咧，整球十二碼就失波㗎啦。安德烈治嘅一個角球啊！而家見到咧就係呢個八號啊，温哲勞頓咧擺定個波，咁啊準備開入嚟啦。睇呢個國球有冇威脅先啦。而家安德烈治落緊兩球波，呢個上半場嘅紀錄。扯翻出嚟頭槌批眼，啊機會咧就俾波士文嘅頭槌咧搞掂啦。頭先已經介紹過啦，波士文嘅頭槌咧非常殺食嘅，呢下佢批得啊作得唔夠深啊，批得多嗰頭嘅波咧喺嗰邊咧出界嘅。賴恩斯抌界外球，一抌咧抌俾阿邦尼。浪一浪，俾翻賴恩斯，喂，清咗佢先啦，暴漲個頭咯。最後咧就係鄭少聰咧就係翻嚟掟咗個波出嚟橫邊，咁啊安德烈治界外球啦。一抌抌俾艾馬斯，艾馬斯咧叫翻過嚟呢邊，咁啊剛剛咧係抌完波嘅迪維修華跳去前面，哎，奧沙落曬大力啊，即刻啊科士打入去，唔得，俾人壓住先啦。呢、這個史達斯尼咧壓咗，即刻咧回後俾守門員嘅。迪偉治啊！呢、這個迪偉格，迪偉格咧再度俾翻過嚟呢邊啦。而家史達斯尼咧攞定波，咦？似乎東傑聯咧一開波到而家下半場咧，俾人撳住嚟打喎。咁啊冇計啦，因為咧係贏緊人兩球，咁呢個安德烈治咧自然咧係再加二把勁啊！好啦，睇睇温哲勞頓呢個有機會起腳啊！哎呀，有機會，哎呀，亦都係可惜。呢、這個波可能咧刪咗對方球員啊，因為我見到方法華咧指住嗰邊咧係角球噶。呢球波咧亦都令到在場嘅球迷咧睇得如痴如醉啦，咁啊一路集中喺呢個温哲勞頓嘅身上啊目光啊，好啦，温哲勞頓開翻迪哥迪奴俾翻温哲勞頓，再縮埋中間冇人啊，白沙都冇人啊，但呢個波喺中間外圍有哥迪奴，哥迪奴轉唔到身，唯有交翻俾温哲勞頓，再一轉啊高波埋嚟，波士文頂到，但係呢波縮埋。俾佢啊搶單成功啦！呢、這個波湧咧係入網，咁呢個波咧係可以講話咧係鍥而不捨嘅精神之下咧，令到呢個波有波入啊！因為呢個波波士文跳起一升嘅時候咧撞埋籃，我睇呢個波啊，呢、這個温哲勞頓送埋嚟，後邊十四號波士文跳起壓頂嘅時候咧，同對方球員把握個波唔係好勁力噶，但係呢一邊咧中間咧兩個人咧都唔夠頂啊！啊後邊咧呢、這個昆格域咧就直情咧升埋咧成份咧挨內嚟睇呢個波。嗱 set 埋嚟中間，成份咧挨落去噶，啊呢個昆格域咧搏埋條老命咧壓入咗，哎就係呢個球員啦，咦二比一咯，追翻二比一嘅形勢咧可能唔同啦，咁啊肥福呢個波咧就失策啦，咁啊其實咧今次呢個安德烈治咧就有幾員國腳啦，譬如呢個古倫啊、韋伯啊、希杜倫呢啲咧冇辦法同我哋見面噶，咁啊其中咧係希杜倫呢個咧係安德烈治嘅射手嚟噶，咁啊大家真係有啲可惜啊，好啦呢邊咧睇翻譚拔士即角隔離，女衣場女衣場嘅波一扣扣唔扣到，哎呀扣唔到啊！兩下三下之下俾人彈翻，彈翻呢邊咧，迪維李修華咧 set 咗過嚟呢邊，誒前面咧冇乜人喎，好啦自己嚟啦，咁啊得唔得？啊哥迪魯咧又係再兩級級之下咧，再級翻轉頭咧冇用，但係球證咧追罰，李宇翔翻嚟咧犯規，咁呢個波咧冇雞走啊，因為咧方法華咧企正喺佢咧不出五碼範圍之內，咁呢個波邊有雞走啊？嗱一級級嘅時候咧想話國王指揮翻嚟呢個波咧一球就。用個頭都撞埋啊！個頭都係撞到對方。咁呢位咧就係李義祥啊。咁二數佢今日個表現咧，老實講就認真係平平嘅啫嚇。咁啊好啦，咁啊睇翻呢個波咧，亦都係射程範圍之內嘅喎。咁啊睇下點先？呢邊咧就見到咧係肥福咧就兩球走啊，撥左撥右，終於一射過嚟啊！呢個竟然咁樣入波喎！哈，希福特呢個波咧仲話一路咧撥住啲人牆，話口未完咧對方一射，呢個波咧但我睇可能咧係彈到。有球
球員咧係有少少改變咗個波方向嘅話，昆格域咧梅開二度啊！嗱，剛才咧係喺兩分幾鐘之前咧頂入波嗰位昆格域咧，就呢個波就人牆類似。咁原本人牆咧就愛嚟咧遮擋對方嘅射門啊，但呢個波射埋人牆嘅時候咧就改變咗方向，令到咧就係希福特咧回身就回唔到啦。九號嘅昆格域咧就梅開二度，一個頭槌咧，一個就罰球，咁啊同咧係東傑聯嘅譚伯士一樣啦。啊，今日咧著九號球衣嘅球員咧威曬水啊！四個入球由兩個不同球隊著九號球衣嘅球員咧就係包辦嘅。時間報一報數先，係下半場嘅九分半鐘。安德烈治咧經已咧追成呢個平手啦。咁啊喺不久之前咧，我哋亦都收到咧我哋嘅入場人數嘅統計啦。咁啊今日喺香港大球場咧入場睇波嘅觀眾嘅數字咧就16,055人嘅。咁呢個十號嘅咧祖巴尼咧呢個波頭槌頂俾三號嘅隊友咧係史達仙尼。咁結果咧喺呢個最後留咗啦羅繼華。咁啊羅繼華同埋鄭少聰就係東方下半場換入嚟嘅一隊咧左右翼啦。咁啊換出咗李建和同埋基亞。安德烈治只是換出了11號的波芬，這個調動也覺得對，因為波芬踢下去我們覺得他有腳法，但是他就似乎不是說這麼好作用在左翼位那裡。這個波呂宇翔頂出來落在鄭少聰的腳下，再被中間的邦尼，邦尼今天踢得不錯，給8號的這個溫哲勞頓是掃跌的。由於咧就係東傑聯咧就係由而家聯賽榜排第一同埋咧排第尾嘅球隊咧係所組成的一支聯軍啦，咁所以大家可能都會覺得就係傑志嗰方面嘅球員咧個水準咧就會比較低啲，就因而影響咗呢支聯隊嘅實力啦。咁但係咧大家個搏命嘅程度咧亦都不相上下噶，呢個波應該冇問題啦。迪偉格呢個波如果會甩手或者俾人頂入嘅話，真係抵打咧屁股嘅，呢個波冇理由輸嘅。嗱，上半場佢輸第二球頭槌頂入咧，我哋話唔係話佢嘅錯，只可以話咧係譚佛斯呢個波頂得靚啊！啊，如果頭先個波如果頂入咗咧，就好麻煩啦。蘇志聰就係代替咧黃宗明嘅，因為黃宗明嘅眼角啊爆咗啦，咁就呢位奧運嘅代表喺上幾日之前咧先喺印尼咧翻翻嚟嘅啫。安德烈治的界外球，而家紀錄咧就喺下半場咧就係已經係打成係2-2啦。入球嘅球員咧就係頭先拿拿嗰個九號嘅球員啦，係昆格域嘅。呂宇翔頂翻上前，科士打跟住去追，睇住呢個清道夫咧係艾馬斯都唔攞添啊！呢下咧假動作做一下假嘅界外球，安德烈治嘅界外球，史達仙尼篤上前。咁啊，波士文咧唔到啊，隊長而家咧由奧沙啊擔任喎，李健華換咗出去啊嘛，咁再咧留低個隊長嘅臂章俾奧沙，哇！呢個波有機會啦，係，但係始終個身位咧同埋埋氣嗰下個勢咧，波士打咧就冇咁好，亦都冇咁狠啊。艾馬斯腳背一彈彈咧，係迎個幕頂嗰度啦。送俾咧係祖巴尼出到冇問題，落點靚唔靚啊？哎呀，我以為14號嘅波士文咧就會插水咁樣頂埋，但係佢唔係啊，用右腳去攤。咁大家可以諗諗啦，用右腳去攤咧，要攤中個波咧，再加埋要中埋個龍門咧，嗰個可能性有幾高啦？咁出波呢個10號嘅祖巴尼咧，個落點其實出得好好噶。假如呢個波士文咧，就係、是、可能個波太低啊，如果插水都未必頂得到啊。結果咧，佢就用腳嘅攤就彈咗出界嘅。咁睇嚟咧，安德烈治下半場咧，如果再打落嘅話咧，即係有機會咧，又從落後兩球咧，就反而咧係變咗領先嘅。再推，再推。右邊的東傑聯的黃志輝呢就只有一年的甲組的經驗，我講過了，這方面呢就無可否認呢，無論在經驗啊以及質素方面呢，就肯定會就成為在個右後防方面呢會出現多少的漏洞啊。國球由胡蘇仔溫哲勞頓開，譚伯士都要被逼要回來了，前面都是科士打一個而已。罗继华攞到，心口压前，在后面被人一前一后夹击，冇越位，奥沙就包横了个波，
咁啊睇嚟咧，唯有咧踢出界，但系佢好嘢啊，咬翻到入嚟。苏志聪俾谭拔士顺脚弹俾咧系黄志辉。咁啊，波士文呢个波一撩啊，咁啊最后咧俾赖恩斯啊解围。咁啊轮到咧啊呢个邦尼啦。咁啊成条冲啦，换咗入嚟冇几耐嘅啫。邦尼等人走位啦，而家最紧要等队友走位。哦，郑少聪比失啦，咁啊，迪维李修华咧扼入去中间，咁轮到咧系温哲劳顿咧就大横咗啦。咁另外咧五号嘅迪布舒亚亦都加入嘅助攻啦。呢个波落点靓啊，稳顶框个线。咁其实咧呢个球唔使输角球啊，个波唔使输角球啊，双手接咧就唔使输角球。角球嘅位置咧右手边，大家睇睇啦。当九号嘅球员咧，呢个坤教练顶埋咧系冇乜力噶。咁同时都好正嘅，不过跳起时间咧就右左手我哋平衡咧，右手咧只可以得一只手用。咁啊，一只手冇可能喺个把握黏得个波落嚟啦。咁啊，托出去后边就算数啦。打咗十五分钟，2-2，安德烈治咧喺下半场开波之后九分钟咧立刻咧打开几啊追成呢个平手啊！呢、這个射门咧就俾咧系喜福大家救出咗嘅。咁最後咧，係鄭少聰翻嚟解圍咧，都好論盡同埋好尷尬，因為佢係右腳係冇咁好嘅，咁偏偏個波就落到喺個右腳嗰邊，就焗住要用右腳嘅解圍啊！另外一次高波，希夫特出嚟甩手，唔係拍出嚟喎，呢個波拍出嚟喎，咁佢就喺兩個安德烈治嘅球員嘅夾擊之下咧，就唔係接個波而拍個波啊！安德烈治嘅球員係犯規，再睇下剛才呢個二號嘅球員咧。是迪维里收围射埋个波几危险，再看看郑少聪这个波攞回右脚的时候，没停了，看不到添。希夫特开了这个罚球，安德烈治我看就控制了现在，兼且他们追回成两球的平手，照计这支球队没可能下半场再被这个东方再度领先的，除非他们很大意。咁同時咧，佢哋亦都開始適應咗呢啲咁嘅高温下比賽。球場方面咧，佢哋知道咧就係球呢、這個球場就唔平啊，好彈嘅。祖巴尼竇入去中間，過埋啊！温哲勞頓嗱，右腳出波點咧？真係唔掂噶，結果俾奧沙咧包抄到。好啦，離開咧，譚拔士有成四五尺啊，譚拔士咧就可以順利轉身。鄭少聰在左手邊清道夫咧艾馬斯包到落點好靚，但係咧就係中咗前啊波士打，仲有機會，今次就羅繼華，賴恩斯就過頭波俾邦尼，邦尼攞大人攞開咗啊，咁啊輪盡啊開咗啊輪盡啊，咁啊要搞一輪先可以咧擺翻正個牌，送個地波入嚟中間，咁呢啲波當然就規格嘅世界啦。輪到咧，安德烈治又嚟啦！送個右邊，祖巴尼咧就好犀利啊！下半場入嚟咧，呢個球員咧就令到咧比利時安德烈治嘅球員嘅攻勢咧就完全改觀嘅。咁好似打曬兩決咁啊！有球員又受傷，咁啊羅繼華睇下點樣做先。前面就有五個安德烈治嘅防守球員，只係得四個咧東傑聯嘅攻擊球員。邦尼咧就再將個波拖翻後啲，咁啊慢曬噶啦！我見到咧安德烈治有七個球員翻咗嚟噶啦。呢個波方法話係話俾東傑聯嘅角球。咁啊，同時咧呢個角球未開出嘅時間咧，東傑聯咧就會準備部署另一個換人啦。二十號嘅呂宇翔啊會被換出。咁啊，由咧係來自澳洲嘅中鋒啊，韋迪奇入替嘅。咁啊，因為咧係足總嘅條例規定啊，今次嘅聯隊咧係傑志方面必須係派出佢哋嘅註冊六個球員出場，東方最多只係可以派五個球員嘅啫。呢個係規定嚟噶，咁所以大家換人嗰陣時咧，要知道咧就係東方球員如果被換出咧，一定要換翻東方球員入去嘅。咁啊，再決定啊！另外，呂宇翔咧就俾嗰啲醫療嘅人員咧就係換咗離場啦。咁另外咧就係
二號嘅黃志輝咧，亦都好可能會被十三號嘅呢個包家耀係代替啊！咁睇睇咧就係方法華睇唔睇到呢個場邊嘅換人哦，換埋添啊！咁啊，包家耀咧就換埋再換埋入嚟啦。十三號咧就係包家耀啊！咁呢個角球咧就係擾攘咗一輪，主要就係等嗰啲受傷嘅球員離場，同埋咧換入嘅球員入咗場之後咧，先至係開出嘅。羅繼華開過咗第二條柱，但八節塞入中路，科士打中咗搶前，冇問題啦。好啦，下半場咧打咗接近二十分鐘噶啦，二比二啊！下半場一開波咧，嗱嗱林咧呢個安德烈治咧追翻兩球波，佢哋上半場兩球波落後嘅，而家二比二雙方咧打成平手。哦，由你啦，喺左手邊。哎呀，射門不好啊！呢、這個球員咧就是、哥迪奴嚟嘅，哥迪奴嘅射門欲相當強，上半場咧曾經咧起過兩次咧係腳射門噶啦。咁啊呢個波咧嗱，睇睇佢嗱一推入禁區啦。奧沙行住佢做兩下假動作，一樣叫橫咗個波咧，跟住咧喺右腳咧係施射，又射高咗呢個波，二比二嘅紀錄。而家波迪奴啊，正話射高波呢個球員係啦。哎呀，肥福呢個波開得曳啦，唉，好咗落翻嚟，鄭少聰腳下，鄭少聰一彈咧彈過嚟，譚碧士亦都攞唔到。個對方嘅史達斯尼咧追到個波之後咧，右腳咧回翻入禁區啦，俾翻自己嘅守門員咧係迪偉格。迪偉格咧輕輕掃出嚟，艾馬斯。好啦，又是過嚟右手邊啦，俾咗呢個祖巴尼啊，祖巴尼咧放一輪咧，點搞唔搞得掂？俾人撞出界。最後咧就係東傑聯嘅呢個賴恩斯抌界外球一抌，又再度咧俾蘇雷咧撞出界，同樣位置咧再抌過呢個界外球啦，應該可以。啊，呢個咧頭先陽光麥見咧二號呢個咧就係迪維李修華。好，賴恩斯斬斬前面，科士打 set 翻埋嚟中間又唔掂，又有喎。咁而家見到咧呢個建功嘅波士文啊，亦都係不讓譚拔士咧係專美嚇，咁啊，亦都係咧包辦曬佢攀成平手嘅兩個人啊，唔係佢啊，呢個九號嘅吞教律師嘅係啊，波士文咧係間接嘅功臣啊，第二球波間接嘅功臣。好啦，雞羅計華咧攞到個波啊，俾過嚟呢邊。咁啊，睇睇啦，幫嚟嘅俾科士打，科士打去啦，右手邊啦，睇唔睇到？哎，出界啦！呢個波咧，一埋身嘅時候咧，呢個史達斯尼咧啲動作啊，咁啊拉跌咗科士打，球證咧睇得好清楚，馬上追罰。咁啊，好事，哎，幾有體育精神。咁啊埋嚟咧，等下睇睇點樣勾跌啊！嗱，呢個波咧右腳一困，左腳再擔，咪出之啊，擔跌咗呢個科士打。在場咧，力神咧就係入睇呢個譚拔士啊。咁啊，譚拔士咧搏到咁上下咧，就呢個教練咧決定咧換啊力神咧入嚟轉。咁啊，頭先阿宇都解釋過啦，由於換人嘅條例咧，咁所以東方啊唔可以出曬所有嘅球員啊。咁啊，實力方面當然係冇咁完整啦。好啦，咁啊睇下奧沙呢個波啊，一刮刮埋點先？一批落嚟冇用，唔怕，因為咧俾後邊咧史達先尼咧頂翻出嚟，跟住咧祖巴尼咧再將個浪高。哇！呢個波睇方嚟有啲拱人啊，不過球證睇唔到啊。阿雞跳過咗一個，想話再過咧一輪混戰啊。唉，中間咧科士打壓咗俾阿方嚟，方嚟想話踢嘅時候又踢唔到，俾後邊嗰個踢到先真啊！好高張呢個波，一拉後幾個撞牆咧已經係去到前面。蘇鵬咧呢個波蘇雷咧，但係咧奧沙咧再勤力之下咧就。俾自己隊友咧賴恩斯翻嚟將波篤出去，咁啊！但係我哋欣賞咧就係嚇較早前咧，我哋自己幾腳咧係 one touch 啊，一腳咧係傳波，跟住咧定彈已經翻到對面啦。嗱，奧沙今日咧表現好咗嚟出色啫。好啦，呢邊咧係迪維李修華掟架球，再撞翻落嚟，跌翻落去艾馬斯腳下，艾馬斯擠到中間，呢個又撞啊，又俾呢個祖巴尼，好靚啊！呢啲係長程嘅撞牆咧，做得咁靚，中間埋，哇！呢個波咧爭啲咩蘇志聰咧係玩死呢個希福特啊！希福特以為蘇志聰攞，蘇志聰唔攞，突然間漏俾佢，哇！真係咧陰功啊！呢個波咧自己踢咁大一腳，就俾呢個力神咧單刀，有機會啦！力神自己射射左到埋中間有機，波士打射啊！三比二，東傑聯隊再度超前。嗱，呢球波咧，東傑聯隊只可以攞到一個咁黃金機會咧，皆因咧希福特開個波入嚟嘅時候自己
撞自己啊！卡尔力神咧就成为福将啦。迪伟格咧啊，一输波就懵口懵面噶。嗱，大家留意啊，呢、這个波咧竟然咧系苏雷咧俾自己队友咧艾马斯翻嚟咧撞一撞，弹翻过嚟咧就弹到俾个力神喎、啊，吓益晒力神。力神啊唔贪功啊，佢推埋咧，仲见到呢个科士打好位置咧就弹俾科士打。咁啊，科士打咧喺上半场交球波俾啊谭物士入啊。咁啊，今次咧就力神一代啊谭物士头头布里交翻球波咧俾科士打。咁科士打咧都系有啊有入球有士哥啊，哈哈！科士打入完波咧就。即刻去飲飲水，而家咧又變成咧3-2啦。咁啊，安德烈治波嚟形勢大好嘅，但係咧培鳥夫人又接兵啊，蘇雷咧仲要上啲咧擔架牀咧要被抬離場添。哇！頭先艾馬斯嗱，大家留意啊，艾馬斯同蘇雷唔該，呢個波應該係踢到姜公嘅膝頭哥啊，一劏通咧膝頭哥。嗱，呢個唔生性咧就係呢個三號仔啊史達斯尼，仲回傳俾呢個四號仔喎，射俾蘇雷回傳乜鬼啊？蘇雷咧已經膝頭哥痛到咧係眼淚飆埋出嚟啊，瞓喺地下噶啦。個波彈過嚟咧，就益曬呢個力神嘅，真係好彩啊！呢、這個波咧，東方之所以可以話贏咧，就贏喺呢個安德烈治自己後球員嘅誤會。咁啊，加上呢個史達斯尼又唔醒目，明知咧睇到呢個蘇雷咧跌喺度咧，佢仲側個回傳添。咁啊，當時咧力神咧亦都係唔客氣啦，一去一推搞掂，3-2。咁啊，安德烈治咧就係領先啦。咁啊，睇睇蘇雷咧，睇下有冇事先。啊，東傑聯領先啊，安德烈治落後一球啊！好啦，咁睇翻呢個賽事，睇下安德烈治咧立即係策動攻勢，呢、這個波咧立即查低上到埋嚟，哥迪奴入到禁區邊一撞，哇！奧沙呢個波咧搏曬老命啊，一拍將個波係彈得出去。咁啊，呢個哥迪奴咧好搏啊，喺左手邊咧，哥迪奴咧發揮咧好強勁嘅速度啦。咁啊，加上哥迪奴呢個球咧有啲腳法，不過佢咧就最興咧就係用呢、這個。是左腳位就梗係跨過個波嗰下嘅，咁啊經常咧都做呢一下，咁啊踢得多咧睇到條路啊，咁啊頭先奧沙亦都睇住佢埋嘅時候一拍拍佢，咁啊今日咧以呢個東傑聯嚟講咧喺後防線咧奧沙咧表現唔錯啊，咁啊無論咧佢係有粗嘅波，亦都有細嘅波嚇，可以講啦泛泛居區遊，唔係話淨係咧係大腳嘅。好啦，咁啊呢邊開角球啦，但係咧呢個安德烈治咧就換人噶。好啦，睇埋角球先講換人，呢波冚冚埋嚟冇事，威脅就解除啦。咁啊，但係咧呢個波咧，冷斯咧就自己咧大腳係解圍，咁啊踢完之後佢自己都笑，咁啊估唔到原來自己都咁大腳嘅，踢到咁高嘅。嗱呢位咧15號嘅球員咧奧尼斯，咁啊代替咗呢、這個蘇雷嘅呢、這個球員咧17歲嘅啫，咁啊屬於安德烈治青年軍升上嚟甲組嘅後備球員嚟噶。好啦，呢個波力神一拉後，再一個直線，睇睇呢個波士打咧。球員咧鬥法鬥唔到啊，因為俾艾馬斯翻嚟，艾馬斯俾翻呢個迪偉格，咁啊迪偉格今日都慘啦，啊起球波咧都俾人害噶。好啦，呢一邊咧再推上去，咁啊睇到呢個迪布舒亞，咁啊迪布舒亞推埋嚟咧，前面有人 mark 住，唯有咧送翻中間。三號史達斯尼個波彈啊，咁啊等個波落地啦，佢唔等啦，直情一個高波咧落落去，呢、這個波咧今次咧就係賴恩斯嚟食住對方，咁啊睇嚟呢個祖巴尼冇辦法攞啊，因為賴恩斯今次咧就唔急啊。祖巴尼下半場出咗嚟咧，其實令到呢個安德烈治嘅前鋒咧係幾活躍下噶。咁啊，佢勝在夠勤力，波分就好波。咁啊，但係咧就中意玩波。咁啊，但係呢個祖巴尼咧就好勤力喺前面咧，好實際啊，實牙實齒嘅埋門。但係可惜啊，入咗兩球咧就唔夠後邊輸啦。好啦，咁呢位咧就係比利時安德烈治嘅領隊，咁就係呢、這個韋雪倫啊。咁呢個咧就係佢哋帶領安德烈治咧攞今屆聯賽冠軍嘅功臣嚟噶。好啦，賽事咧繼續，哇！波士文呢個波避得靚啊，避嗰個再吸一個直線，啱啱俾到個空位，再彈咧，因為李修華俾翻呢個温，但係冇啦呢個波，因為咧就唔實際，靚又好靚，咁啊，但係咧一個回傳之後咧，又撞翻落波士文腳啊，波士文今次急不及待咧送埋嚟，又逃唔過呢個奧沙。好啦，呢個咧後備球員奧尼斯一心勾控定。咁啊，想話做個單擋，但唔係啊，比前面球員仲好喎。佢話，但係呢個波睇睇啊，奧尼斯嘅速度如何啦？好啦，呢個波咁樣咧，直線走埋嗱，裝波打就唔掂啦。咁何況呢個17歲呢個奧尼斯，咁啊，但係咧佢都不氣場啊。啊，呢個10號嘅祖伯嚟交俾佢啊，大佬交個波唔走唔掂啊。咁啊，一於咧武器咧都或者唔夠力咧都要走落去。咁呢個波咧，祖伯嚟啊交啊，事實上咧交得大力啲，咁啊有少少咧係啊扇呢個奧尼斯嘅呢個波點走唔到啦，係嘛？好啦，嗱，東傑聯嘅守門員啦，希福特咧就係開呢個球門球，咁啊已經打到咧接近下半場嘅30分鐘噶啦，28分幾49都有啦，咁啊3-2啊，藍色衫嘅呢個東傑聯咧又領先翻啦球波，俾人追咗兩球又追翻啦球波，點啊？力神咧就頂翻個波埋嚟，但頂波嘅時候咧已經咧個波咧出咗界啦，咁啊球證咧就俾客軍嘅安德烈治一個界外球嘅。
迪维李修华抌间外球，一批啦，批咗喺前面先。啊，呢啲后抽靓啦，一个后抽咧，俾翻咧温哲劳顿，喺度咧俾埋中间，咁啊再度咧俾后，啊从后冚上嚟嘅咧呢个咧迪布舒亚斩埋嚟中间，但系咧俾翻嚟救波嘅。啊，邦尼咧头锤咧顶甩咗落咗阿罗继华度，阿鸡咧带咗一程先。咁啊，左邊有自己嘅隊友力神俾唔俾咧？原來打呢個直線俾阿聰仔，但係聰仔慢一步啦，俾對方奧尼斯咧上前一偷咗個波，一俾咧俾個人試下先嚟啦，扯到左手邊唔緊啦。哎呀，呢個波好陰質啊！呢個咧哥迪奴嚟噶，咁射個位好靚。阿喬橫咧見到希福特咧出嚟，佢想啄高個波咧凹過頭啊！嗱，睇睇嗱，佢想啄個波凹過頭啊，點知咧啄唔起個波。嗱，睇睇啦。一叫叫還咗先，嗱佢想切高個波嘅，但係切唔高咧就俾啊呢個咧係啊阿肥福咧就係擒咗呢個波，哦又換人啦喎，啊陳志強咧上陣啦，而家咧東傑聯咧就換陳志強咧係上陣，咁啊睇點啦，陳志強就上咗陣。咦，似乎好似東方出波咗個咁啊，換出咗聰仔啊！冇錯，即係話，因為呢場波咧就係嗰個傑志咧就行先嘅，咁所以咧就東方嘅球員就當係外援啦。咁如果根據香港嘅外援嘅條例咧，只係出場嘅球員咧只可以出五個。咁而家在場嘅東方嘅球員咧有六個咁多啊，過咗包家耀，佢推下見冇人俾啊，逆推啦。咁啊推到咧接近大概廿碼落底線。咁啊，再做一下假動作，俾翻後邊力神咧送入嚟中路，落點唔錯噶，咁樣出波話幾好嘅。咁但係鄭少聰咧就慢咗啲，先至涉啊近柱位。分教域似乎有下文喎，咁樣。嗱呢個客軍啊，梗唔理你啦，話知你邊個女啦。但係足總規定咗嘅喎，而家換到咁亂曬龍，唔知有冇下文喎呢樣嘢。唔知啊呢樣嘢。發展啦，發展，積極發展啊。呢樣嘢我哋唔知嘅，咁我哋即管咧就睇下。呢、这個比利時嘅安德治點樣反破啦？而家波士文攞到個波，31分鐘，即係話咧係仲有咧係14分鐘唔到嘅時間。咁呢下好奇怪喎，賴恩斯咧反而唔踢喎，佢準備等個波流出出界。咁另外從後趕上嚟呢個十號嘅球員咧，祖巴尼咧就係咧連波帶腳一掃，賴恩斯成個人咧飛出喺個拍誒呢個球場嘅範圍之外嘅。咁啊，吹罰咗咧係安德烈治嘅球員。唔抌得俾龍門噶，抌俾咧鄭少聰，俾咧二號嘅迪維里修華咧收攞到個波噶。咁啊，另外咧轉入去左手邊嗰邊咧，呢下咧就係包家耀啊攞唔到啊。好，再換啊潘家明，換出六號呢個奧沙。咁即係話咧有兩分鐘嘅時間咧，東方係打多一個球員嘅。再送埋嚟中間，賴恩斯拍翻出嚟，阿韋迪奇啊，韋迪奇拍翻出嚟，咁啊換到咧真係都有啲亂龍噶啦，因為同上半場開波前嘅陣容咧就改變咗，差唔多咧係三分二噶。波士文八號嘅温哲勞頓攤唔到，好啦，力神換咗入嚟咧都有啲作為啊，咁啊譬如咧佢俾個波啊，波士文。再度領先三秒個波咧，就全靠佢咧係個功勞啊！拖唔過奧沙呢個波，如果咧係六號嘅咧，係哥迪奴推過，奧沙咧又掂啊，有機會噶啦！力神咁啊，安德烈治嘅球員咧扯前腿對呢個波俾得靚啊！波士打咁啊，撳翻嚟中間，鄭少聰漏俾咧就係咧係力神射啊，但係力神太嬌，另外賴恩斯。趕上去再加呢一腳，射得好勁啊！不過你係替安德烈治嘅球員咧，就係解圍。咁啊，換人咧，而家可以換啦。我見到咧後備嘅旁靜咧係舉起個牌。咁啊，要停一停啦，比賽要停一停啦，因為換人啊。傑志嘅十八號嘅潘家明會入替六號嘅球員隊長奧沙，可能咧就係東方咧發覺咗係。有違呢個規例啊！
派出咗六個咧，就係東方嘅球員上陣。咁啊，足總咧講明話唔得嘅，截至六個就東方五個嘅。咁而家嗱，林咧換翻出阿奧沙咧，就換阿潘。話蘇華潘家明入嚟咧，同奧沙咧爭好遠喎，你估頂唔頂得順啊？我睇唔得啦，我睇有問題。好啦，咁啊波咧立即開翻，呢個波啱啱喺中圈落，咁啊雞咧俾人俾頂翻，但係而家雞又攞翻喎，再撞過嚟咧，俾咗呢個邦尼，邦尼指手畫腳叫科士打走啦，真係送到個直線啦，科士打唔夠快啊！哎呀，迪偉格咧出嚟咧將個波係彈翻，如果呢個波咧科士打快啲，或者咧邦尼俾個波係細力啲，咁呢個科士打咧就絕對有機會㗎，咁呢個波咧就冇用啊，呢個迪偉格咧出得嚟快啊，一腳咧撐翻，好啦，一擺過嚟，咁啊睇點先，而家中間咧係。巴加耀咧點啊？巴加耀又想搏啊？唔係啦，今次搏唔到啦。今次一彈彈嘅時候，呢個波彈翻過嚟，咁啊冇用啊！呢個波咧最尾俾呢個力神攞到，掟翻過嚟俾巴加耀。巴加耀咧係望望指射呢一波，但呢個波啱啱扯過咗。咦？巴加耀咧雖然後備身份上陣，但係上陣咧一輪咧唔錯啊！嗱，呢個球員咧就喺香港嘅青年軍咧，開始係沙田區咧一個地區嘅青年球隊嚟踢上嚟㗎。好啦，嗱，你睇呢個波一級。啊！包仔咧一拖拖過嚟，望望冇人喎、啊，而家仲未見到人埋嚟啊！哇，發達啦，即計個射，射得唔錯噶。呢、這個波雖然咧係出界啫，但咧射得唔錯啊，應該俾啲鼓勵呢啲年青球員嚇、啊。好啦，咁啊，我哋咧睇翻咧再一個慢鏡嚇。頭先咧就係呢個邦尼咧交俾呢個科士打嗰腳波啦，一路起腳咧慢咗啊。呢、這個當然呢、這個定位格咧亦都快啦，呢、這個波出嚟咧解咗圍噶。好啦，咁啊跟住翻過嚟呢邊咧，見到東傑門前咧風聲鶴唳啊，咁啊但係好彩咧希福特咧接到個波。立即咧將個波係送翻過嚟，咁啊睇睇咧賴恩茲點啊，俾咗前邊，哇！力神成個收到好波，一錯咗過，鄭少忠走啦，好過俾到福仔，鄭少忠啊埋你嘅時候咧，啊可惜個波一閂咧，就冇呢個波，可能過到角球都唔頂。睇睇冇錯，我見到張啟明嗰邊搖旗啦，呢、這個波咧彈到奧利斯，咁啊翻轉頭咧，呢個雖然迪偉格攞住，但係個波已經係出咗界。咁啊，迪偉格咧俾自己隊友有機會回防，所以一路咧唔過。嗱，你睇呢個波，哈！呢、這個七號仔咧就係、是、呢個艾馬斯啊，俾呢個力神呃曬，再一搓，咁啊講波咧，力神真係好腳法嘅。咁但係今年咧，由於受傷嘅緣故咧，大部分時間咧都冇乜上陣啊。嗱，呢個波咧彈到奧利斯噶，咁啊出咗，雖然咧呢個迪偉格接到，咁但係個波已經係成為角球啦。好啦，力神炮制嘅呢個角球，睇下點先。一開已會有少少拔刀草啊，咁啊，但係再打翻落咧，依然咧俾賴恩斯攞翻，賴恩斯再篤過去俾呢個力神，力神唔多為意，咁啊，但係依然好嘢喎，一得咧得平轉身再出，呀、啊、呢、這個波啦，哇！呢、這個爭啲啊收佢檔啊，好在呢個迪麗格咧亦都醒，冇黑眼瞓，呢、這個波遠埋俾佢扯中啊，跟住幫嚟再射，嗱、啊、呢幾腳咧就令到咧在場啊球迷咧係對呢個本地嘅球隊咧有啲信心。啊，並唔係話糊糊碌碌㗎，呢幾腳都好靚啊！特別係呢個頭先力神嗰腳啊，一耷轉頭扯住。嗱，我哋睇翻呢一腳波啊，嗱就係、是、啦，力神原來咧腳背已經硬埋咧直射㗎。呢、這個波咧，如果啊慢少少喺個龍門企出兩步啊，入梗啊呢個波。嗱，迪偉格冇啊，迪偉格咧好好啊。跟住咧呢、這個邦尼再射呢、這個波咧，就明顯就射高咗，射高咗啲啦。呢、這個力神咧出嚟咧又係真係好有作用啊！咁換幾個巴加爾同埋力神咧都俾我哋咧係覺得咧係非常之稱職打得。好啦，界外球嚟噶，喺前半場咁啊，冇人買執波啊！啲執波仔去邊咧？要搞到啲球員咧，奧利斯咧自己就去執波。咁奧利斯執翻個波入嚟，我執俾你抌啦。咁啊，前邊咧就一路咧再部署啦，艾馬斯。咁啊，睇到前邊咧冇乜位啊，咁唯有咧再將個波啊俾過嚟呢一邊，俾到呢個迪布舒亞送過嚟。睇睇昆格榮咧轉到身咧未轉到啊，唯有咧送翻俾呢個迪布舒亞。迪布舒亞又交翻嚟中間，史達尼斯。好啦，艾馬斯咧冇位起腳喎，一耷轉大位啲啦，側過嚟呢邊，睇下點先。哇，呢個波一殺出嚟先，弊啦，呢個波俾人攞翻啦，睇下先，波都係有機好鬼真係搏到啫。如果唔係咧，係啦，巴加爾翻嚟就俾人咧食咗位。頭先定位旗個波咧真係咧危險啊！好啦，再過嚟呢邊，喺呢個波咧係追翻轉頭咧就係艾馬斯再轉後啲俾奧利斯扯咗過嚟啦，咁啊又將個進攻節奏咧拖翻慢咗。迪維里修華單對單過唔過咧？哎呀，呢、這個波佢面對陳強唔過，再做個撞牆咧就俾陳強咧攞到。陳志強立即將個波過嚟，睇到波時打空曬，哇！直接都爭啲攞唔到，好在仍然退翻。最尾咧傳咗過嚟俾力神，啊力神咧睇佢慢啦慢，突然間嗰段變速啊好快㗎，兩個間隔三四個想去中間球，通唔到奧利斯坑渠，但係後邊好多賴恩斯上嚟幫手，賴恩斯咧睇你咧。
六人無主喎，而家先決定俾到邦尼，邦尼望一望前面射啊，唔係啊嘛，你咁大嘅掌頭，唔係呢個出過嚟一俾翻力神，力神收翻空，但係可惜呢個波咧就俾呢個迪維李修華咧將個波係解圍啦。咁啊呢個波迪維李修華咧睇住力神落嚟啊，佢第一下唔係拍佢，因為拍佢咧分分鐘係犯規啊，等翻控一控甩嗰下咧就即刻埋啊，咁啊力神咧都好嘢噶啦。今天出嚟搏十零分鐘就有曬功架，有板有眼。好啦，角球啊，咁啊又係咧邊線角球，咁啊應該又係力神咧炮製。頭先咧角球開翻出嚟咧，嗰個波咧佢立咗直射啊，咁啊睇下今次咧會唔會有咁嘅環境俾佢啦。好啦，騰到咧行咗五六步，一扯扯埋嚟，一呀中間咧冇人埋嚟撞得到，是但一個撞到咧都好有機會入波。波士文即刻扯過嚟呢邊，咁啊睇呢個祖尼斯咧呢個波犯規啊，麥恩斯咧就係犯規啊。咁呢邊咧原來哥迪奴咧係。走過嚟啦，但係見到三號嘅史達先尼咧喺呢個球場中間咧就呢個抽筋喎，咁啊守門員咧就立即啊幫佢踩住只腳，哇！不過冇啦，35度天氣，對於我比利時嚟講咧，應該而家嘅天氣咧就唔係咁嘅喎，阿叔。嗱，你啱啱比利時翻嚟，你話俾大家聽咩天氣嚟？而家比利時14-15度啫，秋涼啊，唉，好好天氣啊嗰邊啦。咁啊，著件外套仔啊搞掂㗎啦，一件羊毛同外套啊搞掂㗎啦。我嚟到呢度35度，睇睇慢鏡嗱呢個波啦。一斬斬埋去，黑路批好勁嘅呢個波，扯埋嚟扭過嚟呢邊喎，唉又冇曬藍衫嘅東極聯嘅球員，卒之咧就係解到圍，好啦，賣老抽啦，唉同嗰邊爭緊20度氣温，乜辦唔死啊？抽筋啊！咁啊換人啦，大把人可以換仲，啊暫時咧就未見有後備球員咧入，啊換入咧13號嘅馬道爾啊。咁啊，呢個3號嘅球員咧，史達先尼咧就係抽筋，咁啊換入13號嘅馬圖爾。艾馬斯轉下呢個罰球，哦，呢個波啄埋中間頂啊！哎呀，潘家明一頭咧頂咗過嚟呢邊，鄭少聰好努力啊，將個波回後咧，賴恩斯，賴恩斯第一時間咧清咗個波先有啊！啊，前面原來有科士打喺度，科士打咧得住對方一叫叫，還個波俾咗阿力神先。咁啊，而家力神點咧？帶定阿陳強空位啊，走啊，佢又唔俾啊！而家俾啦，俾阿陳強咧，哨唔哨到咧？陳強放到盡啦，揼行個四波啊！哎，卒之俾佢哨到，但係咧落唔到底線，出翻嚟先都好，出翻嚟拉鬆佢啊！跟住一斬啊，低咧想用埋手都攔唔到，呢波變得勁嗰頭。好啦，輪到咧就客軍嘅反駁啦，温哲勞頓一俾啦，俾咗過嚟呢個咧就係、是、啊昆教域，昆教域再一個橫傳，祖巴尼。哎坤教练想话去嘅时候咧，阿鸡喺后边咧拱拱佢啊！诶，仲唔系喎？吹罚呢个坤教练添啊！咁啊，东杰联嗱嗱临咧开出呢个自由球出嚟，俾咗阿力神，力神带咗成之后，左边有啊？啊冇喎，左边啊唔见咗阿聪仔喎！啊猛带入局大啦，力神一局，哎呀撞到对方啊呢下，带咗成30码失咗呢个波惨啦！奥尼斯，哇，成个拱掟一把唔吹罚啊！整個咧，拱傑梗係吹罰啦！呢、這個咧就係韋迪奇嚟嘅，咁啊入嚟都冇乜踢波，咁啊但係咧一埋牙咧就拱傑對方。艾馬斯主要呢個罰球，唔使愛係啦，冇錯啦。守門員阿肥福咧嗌一聲咧就啊潘家明唔愛呢個波，咁啊直情咧漏咗俾咧係肥福。我睇下點啊，抽筋呢個啊，啊3號啊，呢、這個咧抽筋啊史達先嚟啊，換咗人入去啦，你沖涼都得啦，已經換咗啦，哇！哎又一次咧就係犯規，今次係力神犯規喎。今次咧輪到力神犯規啦，客軍嘅自由球。咦？越打咧時間啊越少啦喎，仲有咧3分0鐘嘅啫喎。紀錄係3-2啊，藍衫嘅主隊嘅東極聯咧一球波咧贏緊比利時安德烈治。啊！不斷反撲啦，餘下嘅時間咧有冇機會咧追平啊？呢個波，温哲勞頓啱埋喺中間，又俾咧潘家明咧頭咧頂出過嚟呢邊。而家力神咧攞到個波先，力神攞定喺左邊啊，非常活躍嘅力神，喺通坑佢點啊？通啊通到啦，通過咗之下咧，但個波咧碌咗出界啊！奧尼斯執起，即刻抌呢個界外球先，一抌咧抌俾啊呢個咧就係馬道爾。咁啊，睇下睇東極聯咧喺餘下嘅時間咧，有冇辦法咧就係保持呢個紀錄啦？一球波3-2嘅紀錄咧就敲響勝鼓。好啦，一斬埋嚟，又係咧係希福特嘅世界，好輕易咧沒收咗呢個波。
就大概兩分鐘咧會結束九十分鐘嘅賽事。睇嚟東傑聯咧贏翻場啦，咁上一場咧大敗於熱刺嘅腳下頂啊！呢個波要頂後啊，冇錯，好正啊！呢個馬道爾咧用頭槌輕扼後邊咧就守門員可以用手啊，咁啊迪偉格咧係用手接咗咧，跟住開出嚟。温教域頂咗埋嚟中間，波士文咧鬧埋喺中間，哎呀，你企唔穩嘅波士文啊，做下估界動作。我而家隊友俾俾波士文一個撞牆咧，撞過嚟呢邊。咪睇下點啊？六號哥迪奴走過嚟右邊揾食咯，叫兩叫落底線出啦，再一球唔得，今次俾賴恩斯咧用腳咧啃個波出底線角球，角球啊！啊喺最後一擊五仔啦，安德利治呢個角球。仲有一分鐘咧，會打完九十分鐘嘅賽事啦。咁安德利治咧落後緊2-3啊，即係落後一球波嘅啫。啊呢個角球咧斬埋嚟點啦？冚唪唥咧谷曬前邊啦，13號馬道爾咧亦都谷曬前邊。睇呢波開入嚟點，都好勁啊！頂唔到啊！哎呀，哇！呢個波跳到盡啊，頂唔到啊！呢個波士文啊，都似乎抽筋喎。波士文落地嗰下都得唔翻你只腳啊，慘啊！35度天氣比賽冇計啦。好啦，東傑聯呢個波咧慢慢抌啦，唔使急啦。係一頂咗過嚟。艾馬斯一撈撈埋嚟中間俾陳強咧，陳志強心口照順個波咧附過嚟，好啦，附過嚟啊力神，哇哇哇，用個手握大力神咧依然攞翻波，今次係再勾，第一下握呢個哥迪魯，你睇下呢個哥迪魯咧就係夠鐘啦，大鐘啊夠噶啦，喺補時當中啊，呢個六號哥迪魯啊已經嗱第一下握咗一下噶啦，嗱用手嗱握咗下啦喎，唔跌喎，力神趌翻起身喎，哦第二下死咯，咁樣勾腳喎，等罰啦，出罰啦。啊！力神咧替東傑聯咧只睇呢個罰球啦，大鐘啊已經夠噶啦，補時當中嘅啫。睇力神只睇呢個罰球係點啦？嗱，斬斬去遠處嗰邊，識翻埋嚟中間，哎呀，頭槌攻門添啊！啊，呢個後備球員嘅韋迪奇咧就第一次咧就頭槌攻門，咁但係頂得正嗰頭啦，要打快啲啦！啊，餘下嘅時間冇乜滯啦，祖巴尼咧攞定個波。掃把腳撈翻埋嚟中間，温哲勞頓，好一個直線埋嚟，又俾陳強輕頭槌咧點低個波落咗落去，幫尼腳下，有幫尼咧兜頭帶帶順咗先，有一個直線，我睇科士打都唔走啦，收步啦，科士打唔走啦，收步啦，馬道爾咧回翻俾守門員嘅韋迪格，咧韋迪格咧用腳啊即刻咧踢出啦，奧尼斯攞定個波咧俾過嚟左手邊。跟住咧，見到咧係迪布舒亞咧，俾過左手邊咧，呢個咧祖巴尼帶咗成之後，撳翻埋嚟中間艾馬斯，艾馬斯一開波圈嗰度揾人俾，啊點啊？原來咧扯過嚟右手邊先係真嘅，咁啊扯過嚟右手邊咧就係迪維里修華好嘅，過到呢個咧，哎過得一個，但係一彈咧彈得咗，俾呢個咧就賴恩斯攞到，跟住咧俾翻咧奧沙，奧沙玩翻佢轉頭，哇通呢下坑渠啊，通得咧清脆利落，咁啊再調翻阿邦尼咧，再度咧俾前阿雞羅計華攞定咗呢個波先。一路低，低過左手邊，係咪自己去咧？波士打咧，佢唔係，佢調翻埋出，只咧有腳冇力啊！呢個波冇力，冇力。低咗前之後咧，腳遠遠，咁啊卒之咧，迪偉格咧就開出呢個波出嚟。韋迪奇一俾咧，俾過嚟包加爾好啦，球證咧就明白啦。90分鐘咧就分出勝負。咁啊，東傑聯咧就2-13-2咧就係擊敗安德烈治。好啦，咁啊到呢個時候咧，我哋去廣告先。下比銀行杯用咗93分鐘啦，分出勝負，嗰三分鐘係最後補時嘅。咁結果咧係主隊東傑聯咧就以3-2咧就係搞掂咗呢個比利時嘅安德烈治。19號嘅傑志嘅球員科士打咧就係射入3-2最關鍵性嗰個入球。但是那個入球之前其實就是安德烈治的球員在中圈附近就互相碰撞，是造成一個單刀波給力神，力神也不貪功，這個球員打橫個波給了科士打，然後是取得這個華比的銀行杯的。咁呢場賽事咧都有啲巧啊嚇呢場波，因為如果唔係咧，睇嚟可能成交着狀態咧要打和射12碼都唔頂，咁啊好衰唔衰咧就自己咧係撞自己，先至咧係俾呢個東傑聯咧係有機可乘嚇。呢場賽事咧總共出現咗5個入球啊，咁啊入場咧係16,055個球迷咧，相信都會感覺到啦係買飛入場咧係完全係值得㗎。
好啦，見到就係東，其實呢啲就係比利時安德治利嘅球員嚟嘅，因為咧換咗波衫噶啦。咁而家首先上去咧就攞咗呢個咧亞軍嘅獎牌仔，唔好以為咧係東傑聯啊，因為咧換咗波衫噶啦。咁啊，打呢啲友誼賽咧，完咗場之後咧，大家咧都換波衫噶啦。咁啊，交換咗波衫，所以咧，如果單憑波衫去判斷邊隊上嘅咧，就隨時都會錯。係啊，錯噶。隨時都要，我哋都會俾人投訴噶。嗱，佢就又有啲換，有啲唔換喎。係啊，咁先慘。咁先慘。咁而家咧就係攞緊獎牌，呢啲全部都係比利時安德治客軍嘅呢個後備啊，以及咧正選嘅球員啦。咁啊，跟住落嚟咧，輪到咧係東傑聯隊上位咧，攞呢個咧華比銀行杯啦。奧沙咧就換咗比利時嘅波衫啊，譚佛士又換咗嚟，而家跟住呢啲啊冇換，咁啊又有件咧又換咗，咁啊變咗集排軍啦，冇計啦。咁啊補充咧，鐘仔講咧話出球比賽完咗咧，就係、是、都會交換下波衫，除非係女子足球。未見過呢樣嘢就未見過啊！咁啊，但係咧就呢啲係友誼嘅表現嚟嘅啫，喺球場上面咧，喺男子隊嘅賽事咧，好多時候咧都會噶。嗱喺贊助商嘅代表之下嘅手上面咧，隊長嘅希福特咧就接過呢個獎杯啊！咁啊，肥福咧今日咧都表現唔曳噶，今日咧都表現唔曳，因為咧下半場咧佢曾經啊救出啦係一啲嘅險球噶。咁啊，呢個記者朋友咧都聚曬喺個台下低咧係好啦，咁啊接過呢、這個。獎金啊，有獎金支票啊！呢班球員都嚇都幾肥仔水喎嚇，好似係十萬獎金咧，就係有十萬元嘅。我相信呢啲獎金咧會全數咧撥歸俾有份出場嘅同埋後備嘅呢個東傑聯嘅球員咧，係嚟瓜分呢一筆嘅呢個贏波嘅獎金啊！應該慰勞下啲球員啊嘛嚇，踢得咁辛苦啊！咁啊，今次咧就東方同埋傑志嘅總共動用嘅球員都好多啊，因為個賽事方面咧就係除咗話有啲某啲係限制之外咧，其實我相信換人方面咧，佢哋係有一個好大嘅彈性嘅。但係咧喺咁嘅人數比例之下咧，佢哋自己都亂咗啊！有其中嘅兩分鐘咧，東方係用多咗一個人嘅。咁啊，不過好彩啊，及早知錯。如果唔係咧，可能咧呢十萬蚊獎金啊俾人罰埋嘅喎。啊，如果比利時安德傑志咧知道有條例嘅話咧。如果提出上訴嘅話咧，嗰兩三分鐘咧都唔知點樣咧抽起佢。咁啊，見到咧十八號咧係啊潘家明。潘家明啊，咁啊佢出嚟嘅時候咧，我哋都有少少擔心啊，因為奧沙咧今日實在打得好。不過潘家明出嚟咧打得唔錯喎，都話頂住個波咧都解到圍啊。最主要就係後段嘅時間咧，就係、是、傑東聯隊佢哋所有嘅防守球員咧都將個防線咧拉得好厚啊，咁啊啱曬咧潘家明啦，佢就喺個位嗰度咧就係、是、唔需要跑動咁多。斬入嚟嗰波咧就清咗佢就算啦。林建明啊，咁熒光幕嘅左手邊就係東方會嘅會長嚟噶，永遠會長嚟噶。咁啊，佢咧就今日咧就成為呢個主人家之一啦。咁啊，所以咧就喺呢個頒獎台上面噶。咁啊，佢係負責呢個頒獎噶。咁啊，影下靚相先。嗱，呢個時候咧，我哋或者咧同大家睇翻咧下半場嘅比賽精華，睇睇安德烈治咧係點樣咧係飲恨啦。好啦，今日嘅賽事咧亦都係。直播到呢度為止啦，咁啊，今日總共有五個入球啦，咁啊，亦都係東傑聯咧成為咧近期咧就係主辦外隊嘅球隊，能夠啦唯一嚟能夠擊敗到訪客軍嘅一支球隊嚟噶。係啊，咁啊，好多外隊嚟香港咧都會喪失喺本地球隊腳下。好啦，今日嘅直播亦都到此為止啦，咁我哋咧係後會有期，咁啊，各位觀眾係咁先啦，拜拜。拜拜。